欢迎大家收看《老男孩直播》。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艾丽儿。Yeah! 哇，艾丽儿人气在你看一号机，这个的话是一号机。这个吗？这一台，这一台。对对对，没错。为什么？好了，你戴墨镜是不是想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在讲？我先采访我们的，我等下再讲。我今天戴这墨镜有三个原因。你先说。不是他戴有色眼。等一下，大家注意一下，他眼神是会偷瞄不该瞄的地方。我本来是要偷瞄，但我这个位置不是。是不是想跟我换？是不是想跟我换？你那个位置，其实坦白讲是最烂的。谁叫你要迟到？对，迟到，你迟到就坐最烂的位置。兄弟就是帮你们准备。一分钟，墨镜一人戴一分钟。因为我先，你没有，你戴一分钟，我先扣起来。不行啊！啊，这太开心了。讲今天游戏规则。有啊，对了，在讲游戏规则之前，我一定要讲，好伦今天一来看到艾丽儿就干就喷了，干就已经喷。我们在访问艾丽儿之前，先讲一下游戏规则。我们今天游戏规则是我们这个老男孩直播吗？要挑战女性观点，以女性观点为出发为主啊，因为之前呢就。前几天有人在靠北现场喜剧这个匿名版说我们老男孩都没有发女来宾，然后都没有都是男性观点，都是杀猪，哦，都耳男。应该说，我怎么都看到女来宾啊？因为不是啊，应该是那一天聊的话题是需要有女来宾的，这就是网络邪恶的地方，因为只有女来宾的那个直播流量才会起来。没错，没错。等一下我们要先讲一下郝伦最刚刚来发生的问题。你说，他刚刚一来就直接喷了，什么意思？郝伦，你要不要好好解释一下？他直接喷到。脚上全部都是。Oh my god！ 哇，一来就喷到了，你喷到脚上，是年轻的时候。要是年轻，就是上半身吗？要是年轻，你喷的不会是脚啊！你要高兴啊！没有，我有今天自备气泡水啦，然后不小心，因为我跑过来啊，太兴奋，差点就跑过来，因为我不小心走到博爱路去了。有人说一滴精十滴血啊，哇塞！如果今天那个现场啊，我们有人这个讲了耳男观点，讲得太耳男，我们就其实可以大家可以打他，大家就赢。我觉得我一定不会被打，因为我是女性之友，女性之友。你最近直接处理啊，自己处理，这很欠打。他可能我觉得他就是想被你打。他刚都射我了，我都没射他了。你接受艾丽尔，你这样不行，你这样接受度有点太高。对，好，大家有点矜持好吗？你这样子我们很难做，就尽量做。连射你都没反应，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让你有反应？那我要先打一下。对，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处境。他还戴墨镜、欸。你拿，其实这根是我的，但没关系。没有，他们说要给我。好，借你借你。好，谢谢 JH Young 的 Donate 又来了，又来了。对，大家看了 JH Young 又来了 ，Donate 30块钱168000又来了。然后就有人说女嘉宾有点嘉玉的感觉，嘉玉是什么？嘉玉是什么？嘉玉就是那个在帮我们控导播台的那个女生。我看一下，因为我以为是嘉玉户晓的那个嘉玉，可能有某些形容词，然后我不知道之类的。没有，就是那个单纯的那个嘉玉哦，了解了。嘉玉户晓还蛮有梗的。没有，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形容词啊？不，这个比嘉玉，她艾丽尔比嘉玉漂亮吧？没有，嘉玉，对不起，打他，对不起，你帮我打，你自己打，你自己打，对，我不会改变我的说法，再打一次，我给嘉玉打，被嘉玉打在忙啊，好了，那这个先嘉玉，不是嘉玉啦，等一下，你要先处理一件事情，那个阿顺，你戴墨镜戴太久了。哦，要换人是不是？我刚刚还没有处理到哎。怎么跳过我？不是，超过分，你没办法戴了，是这样子的哈，艾丽尔。我戴墨镜，我戴墨镜，我戴墨镜，你怎么搞？我戴墨镜看不出来吧？所以想问一下，先想问一下艾丽尔，就是今天你有个绰号叫国民表姐，为什么？等一下，哪个表？应该是正常的表，不是没有女字旁，没有女字旁，没有女字旁的表。为什么？为什么绰号叫国民表姐？因为我表弟是孙安卓，然后我之前跟他合拍一支那个乐高业配的影片，然后他介绍的时候就自动就说这是国民表姐啊，然后我当下傻眼，可是我也不能说什么。
那我们就开始拼乐高，然后之后就上新闻了，然后就是其他 YouTuber 可能就是看到我啊，因为我是那时候是帮他看合约的经纪人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叫我表姐、表姐、表姐，他们其实不会叫我艾莉儿。哦，所以你的朋友都叫你表姐？没有，就是 YouTuber 都叫我表姐。哦，就是反骨他们啊都叫我表姐。啊，所以你帮孙安佐当经纪人那个时候，嗯，然后你那我刚听你说你有帮他做一些 YouTube 的企划，都是你在做，嗯，他的 YouTube 都是你在经营？没有没有，不是我在经营，他也有经营啊，只是他有点他想拍的东西目前还没办法拍，没办法拍。哦，对啊，就是什么样色色的内容吗？是台湾的法规的问题。是阿行和弦的意思吗？阿行和弦是什么？对啊对啊对啊，阿够阿够，是阿行和弦的那种内容吗？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是我们先拍，可是先不要上架。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希望大家可以去，就是订阅安佐频道，拜托。哦，可是你是不是说他最近没有更新？他现在没很少啦，很少，因为他在读大学啊。哦，对啊，啊，我也在忙我的事业啊。嗯嗯，那你的事业具体来说有哪些呢？现在很忙。我现在我看得出来很忙。你看什么？哪里看得出来？你哪里看得出来？我会算命，我才看得出来。我看得到事业线，事业线很长，很长。事业线很长，所以就代表事业很忙。很好，那我是拍那个。写真的大尺度写真的，在 JVID 平台。对对对，嗯嗯嗯。那你要想要又要怎么搜？要搜寻你的作品要怎么搜寻？你们可以打黎奎斯，然后国民表姐也可以。哦，所以在上面国民表姐也有，因为他们就是借由国民表姐比较好搜寻。哦，对啊，嗯，了解。跟像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说其实你很害羞，不会跟别人推销，或是介绍，或是去请别人去买你的，你是不是在偷搜寻？好，我看到，你怎么做？专心一点了，好了，这立刻已经在搜寻了，比较有现场感。而且你在看他的大尺度，回去看就来不及了。对，我你知道我今天女性心里面是感觉的东西，你一讲说，我好想好想做。原本没有做，现在突然想做。因为今天企划是他自己提的，他喜欢，他想要讲，对啊。哦，这边有人讲入间企划，对啊。嗯，有人说东区德为什么很像龟仙人？你要把墨镜换人了？没有，我觉得这样很好。OK，不是要在哪里搜寻？不是 IG 吗 ？JVID 啦，你在 JVID 然后打。我都买两本了。国民表姐吧。喂，你国民表姐，你刚所以伊利论坛上面没有吗？你只是想要看流出的，想看免费的，想看免费的。哎，我自己都不敢看。那你自己拍，你自己不敢看？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会害羞。哎，真的，我也一样。所以我自己的脱口秀，我也都不敢看。我自己每次都喊，你讲的不好啦。真的，我要共鸣，我要共鸣。你最好是啦。共鸣是这样吗？共鸣，共鸣，共鸣。这个震动，我了解你的心情。其实害羞才会有色色的感觉。你可以拍一个计划，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然后那个害羞。哇 ！Reaction，Reaction。啊，哎，你很会提计划哎。好好。然后最后再看一个你自己。害羞的，不是因为我很害羞。拍摄也很害羞吗？要看摄影师。哦，熟的就比较不会。你拍摄的时候会喝酒吗？不会。啊，是真的是精神状态很正常时候。可是那你让摄影师拍完都不会跟你过照片那些都不会？完全不会。可是我要看的时候，他还是会给我看。你知道有些摄影师是私拍，是约私拍，对，就付钱然后要拍我，然后自己收藏。自己收藏。然后那一种就是可能会遇到比较多。可怕的变啊！我有听说过哎，因为之前在不能说变态啦，对，我就是变态嘛，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我的 podcast 访问过另外一个大尺的模特 JVID 的罗颖，然后他说，我就问他说，有人说是不是就是大尺的摄影师九成都是变态？他说是真的吗？他说对，是真的，没有啊？你觉得没有？我觉得是十成，我觉得没有，你觉得没有？没有。因为很多都是夫妻跟就是男女朋友一起经营一个棚，而且我们
对，我们公司都是签约的。懂没有？直接不要跟懂完。因为我们公司是签约的摄影师，所以都会比较正常一点。所以对你来说，遇到奇怪的摄影师是对你来说是少数。就团拍跟私拍，就是他们自己收藏我的照片的那一种，会比较变态一点。怎么可以形容是说怎么变态？就是在拍的时候就啊，拍的时候你就边拍边哦，就是这样啊，很好。等一下，我不行。我觉得怎么跟我平常做事情也差不多。你就是约他那个打死，他说就是你吧，就是要这样，很好，来继续来看右边，来看我这里。很好哦，就会这样子。哦，那我问一下，这不是很正常吗？不是哪里正常？所以这个叫变态还是不变态？是变态。不是你也不懂嘛？你也不懂嘛？正常摄影师会说，你要怎么摆？你要怎么摆才会比较修长、比较好看？你这样往下看啊。他是不是都自己摆啊？有吗？对，他自己摆位置。他没戴墨镜抓到。你讲话没有看人家脸。他刚眼睛就这样子。啊，所以你都没有技巧，你老婆会看这个直播啊？没有技巧，好啦。人很好哎，因为好人他放弃，他看不到，好人看不到，可是他都没带。可我不用看啊，我没看啊，他没看，我很正直。他是有折射的，他的眼睛是折射的，立德最新科技。那好人，你有拍过？我拍大尺吗？或是有拍或被拍都没有？没有。没有，你好多拍小尺，你拍小尺，你说拍，因为我尺寸比较小，小尺自拍，你说拿尺出来，对不对？小尺自拍师，显微镜，说到小尺，不行，我笑他，小尺必要，小尺自拍师，奈米的，好吧，现在眼镜戴对，你们讲一个，你们知道奈米屌可以干嘛吗？可以干嘛？干细胞，对，但是双关了，可以干细胞，这个很棒，对，不是，我之前 Aaron 没有笑，所以我们的笑点太男性了，太男性，不好笑，不好笑，痛心男，痛心直男，那你们觉得好笑就好了，对对对，我们今天是女性观点之夜。哦，一定要 Aaron 你好笑，我觉得普通。对，我也觉得普通，我一点都不好笑，好烂什么干细胞谐音啊，色情笑。我们不好意思，女性之友都不喜欢这种，我会尽量笑，好人丢脸。我开始讲一些女生的笑话，男生讲话都不经过大脑，等一下糟糕，等一下会不会等我们出去之后，每个人笑脸都变超奇怪，就明明很好笑。两个小时把我们都洗脑，自己都洗脑掉了，好可怕、喔。所以好人，如果是你，你要呈现绅士的一面，你是大尺摄影师，你会怎么拍？哇！你会下什么指令？示范一下，对，我一定拿那个最长的镜头，最大的那种。你说明明是拍鸟那种，拍 Discovery 那种。哎呀，你是拍你是拿狙击镜吧？是的。你拿狙击镜直接拍奶就好了。哦。不过我认真讲啊，我其实最瞧不起的，哎呦，就是第一个拿宠物，第二个拿相机去把妹的，真男人要脱妆打怪啊，不是就是把那些装备拿掉，不是脱衣服。那好人，我问你哦，就是他如果在家里设一个陷阱，然后把妹骗回来，这种是算哪一种？这个就我常用的。那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她就说她要，就是有摄影师找她去拍照，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就这样。她就不会去了。哦，但我觉得因为女生本来从洪耀文的角度来讲，哈，我这个可以切到洪耀文。可以。其实女生是喜欢被拍照的，因为被拍照有一种。你要看 Oreo， 你是 Oreo， 然后艾丽嘛 ，Oreo， 我有，你要换鼻子了，换鼻子，换鼻子 ，Oreo， 你是想自然交流，是转一转前一吃三点牛奶，你这个是，你偷心啊，我习惯了，我每次去夜店，然后男生就会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Ariel， 哦，转一转前一，没有，他就说再一罐牛奶，他说你
你知道我最爱吃的饼干是什么吗？我心里就想，如果你敢说 Oreo， 你就死定了。他说 Doritos。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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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这个蛮好笑。然后就他真的說，他就真的说 Oreo， 然后我就，嗯，我要回包厢了。可是第一次听到，你应该觉得蛮好笑的吧？第一次没有，完全没有，一次都没笑过。因为很多人就会长相问题。哎，那好人，如果好人跟你说，好人跟你说，你会笑吗？他说 Doritos， Doritos 我会笑， Doritos 会笑，因为很特别，因为大家都是 Oreo 啊。那如果我跟你说，你是不是想把他？你为什么讲这么好笑的笑话？不是，还有没讲完？我讲 Doritos 他很好笑，再转一转，扭一扭，沾点牛奶。没有，不行啊，想转，一直想转，要怎么吃？我这个好笑又好笑了，哇！还有舔一舔，忘记舔，再舔一舔，沾点舔是舔是，哇！那个特写，对啊，是舔舔手指吧？刚刚那边就是以那个 YouTube 剪辑 Short 来讲，会一直刚刚那个画面，你先看起来会很开心，舔舔，女生看起来应该也会开心吧？对啊，屁啊！为什么？我们自我说服自己，不然这个节目做不完。哎，可是我最近真的一直被女生告白，对啊，他的性向是那个女生跟你告白的女生性向是同性，他双性哦，对啊，可是我的个性可能比较大拉拉，然后看到又有舌环，他们就直接高潮。等一下，为什么是舌环？哦，你有舌环，我听是舌弯，舌环又有舌环，然后他们就有一次就直接跟我说，哦，有舌环一定很爽，啊，我直接崩溃，啊，我没有吃过，好像。不是，我真的没有。有舌苔可以吗？猫舌头，猫舌头，没有舌苔啊。猫舌头，猫舌头可以吗？欸，有人说老男孩收音还是一样烂，为什么？对啊，我放弃了，我今天真的忘记测试声音了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好不好？以后测试啊，今天忘了啦，今天太嗨了。欸，但谁啊 ？Hank 刘是那个男生吧？男生说烂是称赞的意思啊。哦，你要不要用女生的角度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好人上次他刚刚讲那个，就是说你很讨厌人家用相机去把妹，对不对？对啊。然后我有看过摄影师，摄影师对，嗯，我有看过一个超瞎的，哦，就是一样，就是大家去约那种团去把妹。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女生朋友，她说她看过最瞎的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出去拍照不是都比器材嘛，嗯，她拿一个 iPhone 13，就拿一个 iPhone 13在拍，这个，哇靠，好屌哦！如果有人跟你约私拍拿 iPhone 13，你会怎样？蛮好笑的，其实有点好笑。他说：“哎，其实有真的有吗？哦，真的有吗？哇塞！而且还是我是 iPhone 10，我是 iPhone 10，不是 iPhone 13，是 Samsung。哦，Samsung 太糟糕了吧！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我。我最讨厌在拿用相机，我都用手抽机。”拍完之后还会拿出那个神兽那个笔说：“你可以帮我签名吗？”我就神兽笔，神兽笔。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很少签名，可能会很丑。”说：“没关系。”然后我就：“哦，好吧，就帮他签名。欸”真的有哎，欸，真的有。这个不会觉得有点丢脸吗？我刚好没有听出他刚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就是用神兽的笔帮他签名。没有，再签一个。哦啊，那就来听到白痴啊！你搞哎，这个打人啊，故意打好不好？这个打手有点痛啊，这个很欠打啊，就是想被你打而已啊。哎，有人说他手机拿来不是拍照，是扫 QR code 吧？为什么扫 QR code？ 不知道哪里在哪里有 QR code？ 为什么这是业配啊？我们有业配什么吗？我们没有业配啊。啊，大陆人不懂啊！你要这样子，我是马来西亚，对不起，别惹怒人家。你不要这样子，对不起，对不起，我开玩笑的啊，不好意思啊。所以那跟你刚才有前面有说到说，其实你很害羞的，那私底下是蛮害羞一个人，然后你也不太会推荐别人去买你的作品。那你为什么当初身边的朋友都不会？那你怎么当初怎么会去？尝试去这个大尺模特这个领域，一开始是电视台的摄影师，不，讲错了，什么意思？化妆师，哦，我是化妆师，男生女生？你说你是化妆师吗？哦，我是化妆师，哦，我以为是，我刚刚以为是，哇，只有女生才听得懂女生的话，啊，你好棒哦，我们是好姐妹，不要，没有，刚没有跟我掰手啊？为什么？你心真的很高，姐妹。然后就因为疫
情，然后不是就说室内不能就是几个人嘛，然后就开始停拍了。然后刚好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她男友在，哎，那个公司可以讲吗？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就某公司，好，某公司卖就是拍 A 片的哦，然后不就那几间吗？然后反正就说他们想要一个写真部，然后他就叫他女朋友找几个可能比较好看的，是可以能拍照的来试拍看看。是我那时候想说，反正我也没收入，那我就去拍看看。然后拍一次就一万啊，然后就想说好，那就拍看看。然后我第一次穿情趣的衣服，你知道吗？我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穿吗？你是护士还是？没有，是学生。哦，学生，然后也不错。我的学生是真的是学生，他的学生是这样的学生。哦，就是比较短啊。奶是这样在这哦，很棒的学生呢。然后好学生，好资优生呢。我以前一直想当一个老师。你要为什么是饶师？老师当一个饶师，饶师。那你想要教什么科？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教育三章，体育课也不错啊，体育老师，体育课也不错啊，可以那边跳跳绳啊。体育课哦，好赞！哎，你有跳绳影片吗？然后对，然后就拍了一本，然后我本来就没有要继续拍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蛮害羞的人，就是在我就是在男友面前，就算交往再久，因为有人说我声音有点爆，所以我不太敢太大声。没有，其实爆是他的声音。哦，是我爆。是他反正就是我连在交往四年的男友面前，我脱穿衣服还是会遮一下啊，好棒。他眼睛亮了一下。就是即使是男朋友面前，还是会遮一下。对，那种个性。因为他们会直接就滑手机，然后看到你要换衣服就这样子啊。男朋友啊？对啊，每一任都是啊。所以他是脱完之后就遮男友眼睛，这样意思是吧？没有，我就会转过去啊，然后不然就蹲下穿啊。人家都害羞，你怎么懂完？你当酒店真是。对，我突然觉得这个眼镜不是很好。你有没有那个戴上去之后可以再把衣服去掉的？没有这种，因为这个会，这个是红贵啦，这个是红色，我以为它有那个功能，没有，误以为有这个功能，只是红色。左边有这个 B cup， 而且 F cup F F H H， 而且连那个颜色都失真了。对对对，现在颜色，你以为是那个七龙珠那个战斗力量？斯考特，那叫斯考特。对，木星又说：“哎，不好意思，我摆平了一下。”笑死！不行，阿丽尔不行了。啊，笑死！我笑点太低了。没事，很棒，很棒。哦，谢谢 KY 的 donate，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讲 KY 有点高兴。谢谢 KY 的 donate， 他当一个润滑，那个对话的润滑。还有一个，哦、谢谢频道越来越优质。谢谢王学志的 donate， 这个频道越来越优质。学志，你可以跟我们讲优质的点在哪里？学志最近都不去二三了，是不是都在家里面看？那是王学仁，那是王学志是王学仁的哥哥啊，真的是那个学仁的哥哥哎，而且他更早更常跑二三。啊、比学人还更长吗？嗯，他学志现在在二三干嘛？看没有，因为他很常去那个林森北，然后顺便不要讲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等一下，刚刚你可以拉回到刚刚观众，我觉得观众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性观点呢？还没讨论完，还没开始，我们现在还在暖场 ，KY 还在用，啊、还在进去，还在润滑中。耐心，展龙还有所有的线上观众，再耐心等待一下，女性观点马上就来了。其实不需要润滑，不需要，你不需要润滑，我不需要。哇，女性观点，那我们看到女性观点，有看到了吧？没有，好女人不需要润滑，有些人需要润滑，有些人不用。是，看体质啊，看体质。所以你容易，你是容易出汗的体质吗？叫谁？不知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孙安佐应该是不需要润滑，他的那是太滑吧，他太滑太滑，谁滑进去？谁滑进去？谢谢熊总的抖内啊，给各位绅士，希望好伦能跟妹子有更多的互动，让我们笑一下。超过分，为什么只有好伦？对啊，为什么？我有跟你有互动吗？没有啊，请这是我的粉丝啊。哦，对。这个哇，因为他自己其实想做这边，我觉得对，我想是。所以哦，我们刚才聊到这个害羞嘛，就其实，在私底下是蛮害羞的。嗯，可是后来拍久了之后，就是会直接就贴，因为我是贴胸贴，然后下面就也贴住，然后穿丁字裤的那种，防守很完整。
就是不露翻脸派的。对，绝对不，我尺度是最小的，反正我可以在那边跑跳之类的，我已经可以这边。嗯，就是奶在那边晃，然后跑跳什么的。请问有开放现场参观没有？变态，真的变态了。自己去 JVID 买他的作品就看到了，好吗？你买了几本？我买两本。我就是要 Q 这个，我就是我等这么久，我就是要 Q 这个。买了两本，我还是不敢看自己的。自己不敢看吗？自己不敢看自己的，可是别人会看，不是我比较特殊，别人会看，我不会看。而且如果有朋友说要买，我说你不要买，我会害羞。还是他说不要买，我送你。那我不买了。不要买，我给你看 live。哇，那我不买了。喂喂，不是因为太多粉丝买完之后会就是敲枪。一定，这一定，这一定会买。男生真的很糟糕哎、欸，拍给我看干嘛？不是啊，拍给你看就过分了吧？你要看可以，可是你们要干嘛？可以不用跟我说。我觉得，然后就连女生也有啊，女生敲枪，女生，女生看了之后，然后别的都拿不了，不是。这个女生在好糟、哦、哪里找？女生录影片，然后女生录影片，录影片，然后就说她看完写真之后，她很觉就是很性欲很高涨，然后就叫男友干她，然后就是干她的影片。那你没有留着吗？你就看我写真，可以转给我。我你去自己去买，这个、自己去不是这个买不到。这很像 swag。就我最近女人缘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好，就是不、啊、就是有热狗又鲍鱼之类的。热狗鲍鱼的照片一直私讯你的 IG。对。哇，你 IG 我可以当你 IG 管理人吗？谢一下。等一下，你说你那时候怎么跟他联络也是 IG 对不对？哦。不是，是啊，我们一开始认识是在那个疫情期间，在那个 Clubhouse， 我们在 Clubhouse 聊天，熟了之后我就加 NBA， 然后我们就因为他是喜欢看 NBA 的，我们会聊 NBA。那你有传热狗照给他吗？没有，我待会传。我不想看。好，那个，所以你是正 LBJ 还是反 LBJ？ 他是朝廷友，他胡人民。耶、yeah!。哎、欸，真的，你根本没有看 NBA， 我有啊！他妈的，我从国中支持到现在，然后后来他今天还就是密我的时候，还特别说，哎、欸，湖人怎样之类的。我哪有这种表情？我说，哎、欸，湖人淘汰了，好可怜、啊。还特地跟我讲，你知道我讨厌，可是人家拿到最年长的得分王，等一下，我就不想面对了。你用女性观点讲刚刚那一段。人家最喜欢的 LBJ 被淘汰了，我没有特别喜欢。这超糟糕的，你这物化女性吗？这哪没有观点？不是，有这就是观点。你那个才没有观点，你有什么敏感肌？我这有观点。你说爵士队的是不是？我爵士队的，但爵士队今年也不好，所以。可是没有比湖人烂。湖人太烂。AD 就一直受伤。AD 受伤，龟龟还不如受伤。没有龟龟，最好要把他交易掉，他真的就是害虫。龟龟不用交易。好的，好的，我问你，你也不看 NBA 对不对？我没有哎、欸。我跟你讲，请问一下你们三个要聊到什么？我跟你讲，两个小时结束。只要是追踪我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超惊讶我会看 NBA 这件事情。我觉得女生看 NBA 这件事情很正常啊，很优质，很优质啊。很优质是什么意思？很优质就是很棒。就是我们女生不会看 NBA 吗？国中的时候就会看啊。不是，可是你听起来就是会看。你看季后赛的时候，一定会每一场在那边尖叫。真的，对啊，很激动，这就是正常的。我真的，而且我是日夜颠倒。哦，对，因为他有一些是三点钟打的，西岸的时候。对，而且我还是反指标。就太阳打，就是太阳打湖人，我就会帮太阳加油，太阳就输。我是超级反指标，真的超。准，然后准到我朋友都会去买。那你会跟你男朋友一起看球赛吗？男朋友，我那时候都没有男朋友，我来台北没有男朋友啊。单身多久了？我来台北多久就单身多久吧。可是台北我比较敏感，我们可以换新北吗？为什么台北比较敏感？因为你敏感肌啊。对，白痴，你不要再接他梗，超级很过分，还是他梗？白痴哦，他已经没有在笑了。新北、台北都没有。
我先抢一下哦，现场只有我单身，其他人都有对象。嗯，他说你们不看我什么意思？没有，我是看四周，我是环绕，你是最后一个环绕。不是，你知道你最过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所有人都没戴墨镜，你知道你这墨镜还戴着。下换人，我看饱了，我看饱了，你看饱了，换你戴吗？然后自己看自己，这样对吗？你戴有什么用啊？不是什么时候自己看自己，自己看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换位置？我也要看，我只能看荧幕，看荧幕，我只能看荧幕。今天本来不是从这样看得到，好人终于看到，好人终于看到了，还是你跟我换位置？我让你好好看一下，好，给你啊，给你啊。好好笑，不是因为他很麻烦，是他就算戴了，你知道他眼睛没办法怎么样，他怎么这样子，但也没办法。对，他也没办法。我想要换个感觉。没有，最危险。你想要什么感觉？好，我们看一下抖内哈，谢谢汪 Apple 的抖内，还有各位男女观点，我期待。到现在还没聊到，还没聊到。好，我们刚才先暖身，前面是暖身啊，会不会暖？有啦，我们暖很久，这已经暖到快差不多了。你们有暖过那么久吗？这直播有女粉啊。哎、欸，对，真的蛮可爱的，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因为我们那个会不会其实也是因为你进来，会不会也是因为没有没有，是不是就是传照片、传影片、传包给他的？不要乱讲啊！有啊，之前都有出现的。对啦，他老粉啦，因为我的后台数据看显示我的频道大概90%男生10%女生，他就是那唯一的10%，很珍贵，很珍贵，谢谢你。啊我们刚开的时候不是有3%吗？慢慢吃到1%，你就知道我们有多臭。女生也要多支持我吧。可是其实我 IG 的那个女生一直涨不上来，因为你都是性感照吧？对啊。我也想要 po 时装照啊，可是公司就一直不帮我接时装。进入主题哦，这个我们要聊一聊这个良性话题啦，好不好？然后。首先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艾丽尔有聊到嘛，她说单身很久了嘛。那艾丽尔，你自己的，你艾丽尔现在几岁可以讲吗？25，很年轻啊，很年轻。没有老妹了哎。对，你知道最萌年龄差是几岁吗？14岁。快点问我几岁？干白几岁？39。烂死了，这梗有个烂的。我也39哎。你这样，还套人家，重点是套人家梗，套人家梗。39。快接近40，哎、欸，逢九不好哎、欸。哦，逢九，哦，我马上就40了。对啊，快了，不真的40。今年40，我今年满40。哦，我今年要26。哦，啊、那可以，那我们我35，老妹，我35。很好，没有啊，我只想讲，我不在乎年纪啊，我不人家不在乎年纪啊。没有，你不在乎年，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大麻。我在乎大麻。我在乎的是三观合不合，所以我才交不到男友啊。那你的三观是？是哪三观？对，哪三观、啊？价值观，然后苦劳观。苦劳观就是价值观，至少要跟我差不多。例如，你可不可以讲几个？就是约会的话要 AA 吗？先不要 cue 他，让他自己讲，让他自己讲。A 的话就是没有非常严重的 A， 就可能早餐你付，晚餐我付之类的。误会型，误会啦。其实女孩子都比较喜欢这种，像我自己也是啊，比较喜欢这种你请一次我请一次吧。这 AA 真的很烂。你妈的！你他妈 AA 讲不下去了！你他妈还写段子？你写了多少 ？AA 这种 AA 的男生真的很好人打他。累了，累。对啊，这个不啊 ，AA 真的不行哎。然后呢？可是台北男生好像都很喜欢请客。哦，是因为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真的，我觉得那个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你不请，感觉男生好像就是没什么面子还是什么的一种。可是我就会掏出钱。哦，哎，你是好妹子哎。没有啊，而且我之前有遇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人，他是我遇到唯一一个。他走之后跟我说：“你等下给我600哦。”你说什么？你说男生跟你说？对，等下那应该是东西的胖的时候。你说那个男生主动跟我说：“你等下给我600哦。”那你们是约什么？喝酒。哦，可这有什么不问题吗？他一开始就是真的。那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一开始我就说结账的时候，就是我要顺便给他。但他还主动跟你，他就说不用不用，没关系。他先耍帅付了，先耍帅付，再跟你要，再跟你要。然后走了之后就说你等下记得给我。这种男生很不 OK。上车的时候，
这不用当女生嘛，你男生也觉得很不 OK。可是他后来真的有，真的，我你真的有，私底下要，真的有跟你，你真的有给他，他真的有。有啊，我就说你账号传给我，因为他是在我上车要关门的那一刻。好烂，最烂的时机点，就是他只是想要在柜台那边逞凶、逞威而已。会不会其实，在那个餐厅里面有他前女友？就是你知道？懂。我觉得，因为坦白讲，因为我自己约会很多次嘛，然后约炮也很多次。不是上车前最后一句话应该说下次来，或就是什么之类的，小心之类 的，小心啊，或者说到家跟我说一声吧，应该是这种吧。他不是，他说记得会，就是记得就是给我600的。会不会其实他是想开玩笑，就是说哎、欸，记得给我600，他说干真的传来了。因为 AA 这个话题真的聊不完，因为好伦一定也很多你的很多粉丝问你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说，因为在台北是其实。竞争很激烈，就正妹像正妹其实比较少嘛，然后竞争很激烈，正妹很多。台北是正妹很多，但是竞争还是很激烈，所以我们男生都会觉得说，如果我约你约会，我硬要跟你 AA， 我不请客的话，我会输给其他男生。所以通常如果我对我来说，我个人认为，因为我的闯荡多年经验，所以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我会请客。当然，那如果女孩子愿意付，或女孩子下次愿意请我。那我当然好，哎、欸，好，谢谢。那当然很好，但是我通常会主动付、啊。那好多人觉得，我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了。对啊，那大家参考一下。你说，其实是女性观点吗？其实喂东西给女生吃，我认为，这是我的女性观点。哎，尊重尊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要抓住一个男人，要抓住他的胃吗？对，我觉得也是。你要抓住一个，你要抓住他的胃。我一直认为喂女生吃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口爆，对。然后，所以如果你带她去餐厅，然后那等于是厨师口爆你的女人。所以其实一个真的男人应该要自己煮饭给女生吃，你自己口爆她。那就不会有 AA 的问题，那怎么会有这个食材？你等下，你是客家人，我就是说，而且比较方便啊，你就是他整个从云南的理论来讲，就是说你的转场会很快，不是因为转场非常快，不用转场，不用转场，客厅、餐厅、房间的，非常快。因为他这个是怎样？先在家里设个陷阱，那个是陷阱区，不行不行，这不行，因为女生不能接受第一次见面就是约家里。人家家，哎、欸，他80%都这样哎、欸，我没有啦，我是约先约外面啦，70不是这个你讲到这个重点，这是不行的，对，而且约家里绝对不行，因为现在流行露营。而且我有那个炉，你过来，这真的超不行，真的超为什么露营？露营很棒啊，露营很棒。你是在你家院子露营对不对？然后再可以搭个帐篷啊。没有客厅啊，客厅，客厅，客厅。你这样一打开，看，哎，你看凯达，凯达哥很大。哎，你看凯达哥很大。没有，感觉那个很适合露营。那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上礼拜聊到这个那个台中的这个约炮事件嘛，台中什么约炮事件？就我们上礼拜在聊，科普一下，你是台中人吗？对，就跟大家讲一下，可以跟你们讲一下，我们上礼拜聊过，就是台中就有一个有一个男生跟女生，然后就是他们之前先用交友软体 Good Night 聊了很好一阵子，然后就已经聊到很暧昧、很露骨，都聊色啊什么，然后也发露骨照片。然后都已经甚至可能是口头交往了，口交简称，我帮你讲，就是在网络上说好我是你女朋友，你是我男朋友，对，对，但是没有碰过面嘛。然后他们后来约了说要去台中的 Life House 看脱口秀，然后但是男生说你要不要先来我家，我在打电动，我在打电动，然后反正就是没有见过面，那女生就是到了男生家里，然后结果可能就是然后聊了一聊天，男生。就是碰了女生身体，然后女生就很抗拒，然后结果就吵架了，然后反正双方说辞不一，所以现在是互告了，已经到互告的程度。男生为了打原神不理女生，那个为什么这么清楚？对对对，因为文章都有写，因为靠北现场靠北现场喜剧都有写，男生的观点、女生的观点都写了，都匿名文章都写了，所以。男生那时候他说他在家里打原神，叫女生进来他家等他一下，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闹翻了，互告，所以就像你讲的，我觉得真的第一次约会
第一次见面的话，真的不要约在家里。确实，对啊，确实很危险。就约在就是露营啊，公开。你的指甲是贴的，东西都会乘以三倍。什么指甲？什么意思？嗯、就野外三倍。为什么？东西会变好吃？不不是是、哦、真的、哦，是那个眼甲啦，眼甲。不是贴，就是而且是贴的吗？不是，就是假的指甲。然后、哦、你不要假装看他手，那不然呢？阿顺，你这个太明显了吧？好高，但我比较好奇郝伦的言论，你说野外的东西会好吃三倍是真的吗？就是有一部很可爱的卡通《摇曳露营》啊，那里面有讲野外煮东西是三倍好吃，哦、所以野外炒饭也是三倍的，三倍爽，三倍爽，对 ，Oh my God， 好像是哎、欸，就有这个火候，是不是？啊、有这样的经验过吗？有没有？有你停顿了，没有？为什么要想？你一定顿了，没有野炮，摸自己的良心，你拿着它讲，你摸摸自己的女性观点，在车上算吗？等下外面是不是？我觉得车上不算。对啊，我是在车上。严格来讲，车上不算。等一下，啊、等一下，如果他今天在车上。他如果今天在车上，如果在凯达格兰大道，那就是露营，那就是露营。所以重点是你旁边是什么？你要先讲旁边。重点车上车子是不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对，这是重点。如果是，那就是露营，那就是野炮。如果他已经开到了 motel 的停车道，那不行，那不是，那不行，就算室内，那不行，那不算早泄，那算早泄。没有人会在车道就射出来，绝对是早泄，那算早泄，车道就射。而且虽然说。欸、那我们不要进去了，省下来。所以如果是在路边都算野炮吗？我觉得不算，没有，我觉得算。我是在车上，啊、我是在车上，好像觉得嘞，我觉得不算。我没有在室外。哦，对啊，因为我洁癖。好，那我问你，不好意思，魔镜号。你开，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你在想魔镜号，对，或者是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魔镜，但比如说是在穿，然后魔镜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魔镜号，谁他妈有魔镜号？先等一下，我们公司真的在做，做企划，做企划，做企划。厉害，你们公司厉害，有前途，有前途，有前途。继续，好人请继续。不好意思，我那假如是，比如说是在自己家里，但是女生的头是伸出窗外。这是很哲学的思辨，知道三分之一也好、欸。等一下，我有聊过。要看两边的身体比例相加有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有的话就算野炮，好，没有的话算室内。哦，这我知道要做一个定义啦。对，我觉得严格的定义。可是我觉得这边网友有个观点也不错，百灵果算不算野炮？叫野炮算不算野炮？百灵果就在这里。我觉得野不野在于说有多少人观看，五百人观看的话算有点野，暴露了啦，暴露了啦，公然猥亵罪。我觉得伪野炮，伪野炮，手指伪野炮，伪野炮，伪野炮，感觉很像不知道一个地名。维也纳，什么鬼啦？好烂哦！超烂的，好烂哦！你没有看懂他微表情，他都很烂，他笑了。你没有，你嘴巴还是不生气笑。笑点很低，可是我还是会，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现在就需要有一个男性去赏他巴掌。没有没有。永教为了史密斯来，他肯定愿意。不要再让人家很可怜哎、欸！没有没有，为什么是超不可怜？人家没有，人家被禁啊，之后不能就是他接下来十年不能参加奥斯卡。没有，我觉得他、啊，可是我觉得他十年不工作，他也是活得很好。不止奥斯卡，哦、不止奥斯卡，演艺学院就是这一类的都不行，对都不行，全部。但是我觉得，我以为是他不能十年不能打野炮，那就有点可怜。哎、欸，我觉得有可能他不能打、啊，有可能不能打、啊，他就打就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是为了史密斯，为什么打野炮？为什么可以打野炮？为什么可以打野炮？我跟他老婆在外面打野炮，他家院子这么大，不是你要两个光头在那打野炮？超大包，讲都不能讲，有点。哎，这个是我听过最好笑，这里面有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两个光头打野炮能看吗？你讲一下，好糟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误会，就说你之类的。哎、欸，这个观不是重点是已经讨论三个礼拜了。上礼拜杰克来，哎，我还跟他讲说，你如果没有新观点的话，不要再讲话。我坏啊！他立而讲到一个新观点，我们都没有想过。我坏啊！你很强啊！两个光头打野炮能看吗？我坏！我先打自己嘴巴。对不起，因为我在做脱口秀十年，可我没有听过关于威尔史密斯比这更强的观点，我目前没有。那个嘉玉，你有听过更好的吗？没有，嘉玉也没有。有人说挑尼姑啊。
要你姑啊，真的是、哦、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哦，口碑秀跟那个什么都没有这个厉害，对啊 Jimmy Kimmel、Stephen Colbert 都没讲出那么棒的观点。阿丽也可以来讲脱口秀，哎、欸，真的之前有人劝我去，我觉得你是练习，你是可以的，你的。可是我讲脱口秀，我连那个什么官方网站，哎、欸，哇、哦，好笑，没好笑，好笑，都没办法讲。不重点，我们不像相声，我们不在意说那个南港展览馆，好棒，跟、欸、你讲，没办法，那么棒。哦，然后这个通旺说，我真的很怀疑为什么这一集可以比中子通那集臭那么多。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是五个臭子。对对对对，就是你假装你今天是男生吧。艾利尔奇，今天是男生吧？艾利尔奇非常臭，我发现。对啊，所以我是直男。其实我在发他之前我就有预感了。对啊，我超直男。而且郝伦是不是也想讲脱口秀？听说有，我想讲，对，但是我。觉得讲的有点失败，你有没有啦？你有试过吗？过啊、我看你平常跟我们在我们节目直播都很好笑啊。不是因为自己讲跟那个其实真的不太一样，那个压力感不太真的。那你还没有到，我会害羞，我跟他一样会害羞，然后不敢看自己的脱口秀，我是你们很害羞，他把你眼睛看这边，是裸身体耶，跟上台不一样，我上台又不会裸。哦，可是我们失望，你失望个屁啊！啊你失望个屁啊！啊，可是要穿比基尼，可是没有，我们上台都很赤裸裸的，我们都有露内裤啊，或是没有谁没有6块钱会干这种事，我根本就没有看过，好不好？其实你不用，你上台讲脱口秀啊，你不用裸，你就是穿紧身一点的衣服，大家就已经哇看爆了，大家就有谁是这样吗？有谁讲脱口秀是这样吗？穿紧身一点的衣服，对，其实有吧，大可爱啊。超级恶心，打他，超恶，只有你在关注大可爱的胸部，好烂。你是不是喜欢大可爱？其实你不是直男，我超直。他女朋友是假的，只是大可爱烟雾弹，没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棒的脱口秀演员，对。很可爱。哎、欸，你有在看吗？我知道。哎、欸，你有在看脱口秀？有啊。哎、欸，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只是没有人就是会带我去啊。哦，我们都可以带你去啊。好。好。不用钱。明天。明天是谁？明天是谁？后天我们都有表演，我们都有表演。啊、后天礼拜几？Wednesday 啊 ，Happy Wednesday！、啊、哦，今天礼拜一啊，吗？我以为今天礼拜五。你礼拜五，爽到忘记时间，我已经喝得很开心了。哦，礼拜哦，对，礼拜天，这礼拜天。Friday night 你没有酒，你这 Girl Power！ 你干嘛酒吧拿酒？他说你是不是把这边当酒店玩？对，我开始觉得怪怪的。而且以前阿顺没有软棒的时候，还没有玩那么放浪。他旁边就是一个女生啊，因为他不是直男啊。屁的，他不是。我刚我不是是，因为他刚刚说他很爱大可爱。对对啊，他喜欢紧身的大可爱。所以OK， 这关于这件事情，郝伦，你有什么看法？就对于我们刚刚聊的这个约炮，不是大可爱啊，就约炮这件事情，其实也不能说是约炮，因为男女双方论点不一啊，互告了嘛。其实每次看这种，还是拖在，我都想要看他们长什么样。其实我很好奇，你一定还没有喝醉。因为你是不是想说凭长相知道男生讲的比较有道理，还是女生讲的比較有道理？第一个，我本来就很讨厌孤奈这一款软体，因为看不到脸，很浪费时间啦、啊。对啊，而且孤奈又跟另外一个，我还想感觉同一间公司，我觉得都是浪费时间的软体。然后他们聊半天，都在精神上的互干，他们就是在彼此精神的意淫嘛，听声音，然后听得很爽，然后其实听声音我真的也觉得不行。对啊。不行，我声音没有到很好听，那我不是就对啊？但是 Clubhouse 就是我们一开始 Clubhouse 认识是，那是可以放头贴啊。对你放头贴，而且你有 IG 连接，你 IG, 对啊，看到你 IG 我就马上加。无奈没有嘛，对。对，你直接他直接马上加，而且我们在看 NBA， 他直接把我拉上去哦。我跟你讲，其他人不拉。每一场一定不是爵士的。我跟你讲，其他人不拉，我们半夜在看，其他人不拉，拉我。一定啊！哎、欸，那个时候 Clubhouse 那时候疫情最严重，多一个人在家多寂寞，我不拉他，我拉谁？三个人而已，在上面，然后下面的人死不拉。对啊，不过我可以理解，如果那个是在看 NBA 的群组里面的话，看到这种女生，怎么可能不把她拉上？对啊，哎、欸，会看 NBA 的女生就很少啊。对，对没有啊，其实蛮多的。
好，那可以多认识一些嘛。大概我身边有两一两个、啊。好，下次我也开始想看 NBA 了。下次你带那一两个，我们一起看 NBA 好不好？NBA 群组季后赛要开打，一起打球，一起打球。哎、欸，我还分享他们的迷因，然后分享到那个迷因都认识我、欸。哎、哦，所有人都，所有看 NBA 都想认识你的。没有，就是那个迷因就说，就是他们就会嘴。对 NBA 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超好笑，我就一直分享，然后他们就认识我。嗯，对啊、最想腿詹，对啊，腿詹。哎、欸、啊，可是你是詹姆斯迷，对不起。你是詹姆斯迷，对 对, 對、啊，你这样就不行了。你我讲的腿重，你想怎样？哇塞，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我不该被说出来。你不能嘴腿，对，不能嘴腿，或者是偶尔 AD 都可以。玻璃腿 AD， 对，臭龟龟，起床就受伤。老公就是 GOAT， 起床就受伤，就是臭龟龟。我欣赏你这句话。先等一下，等我要抢。今天是 NBA 2K 的赞助，对 ，NBA 之夜。所以今天。不是在讲那个男女的，今天在讲 NBA， 已经离题了。但我想听完郝伦讲的，就是你说除了 Good Night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APP 让你觉得不爽？我就不要讲太多啦，是一只柴犬啦。等一下，上次有抢过，等一下你是不是有代言有那个业配过？我反业配，不收费的反业配。对，但我认真讲，就是说，就是。讲啊！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到告来告去啊，因为他也没强暴你，他就摸你一下就要告他，我觉得太夸张了。他是先，我也不知道他是先公审还是先报警先报案，先公审，就碰他一下就报警啊。不是，他就是反正先 PO 在公开人家 PO 女生先 PO， 然后对，然后去，但他是他先告吧，然后反正男生事后知道。告是说先告状还是报警？也有报警。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就因为现在男女双 说法不一，有点罗生门，所以我们具体、不知道谁是具体怎么样是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不知道。男生应该是告诽谤啦，可是啊，男生告诽谤，女生不知道是告什么。哎、欸，有一个讲得很好，他说看 NBA 的女生不少，可是看得懂的。不多，真的，因为篮球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对啊，对啊，对啊，而且现在篮球又跟以前的篮球不太一样。没错，哪里？那你从国中就开始看，你最喜欢的教练是哪一个？太难，问一个那么难的，太难了。我最喜欢当 Nielsen。我不想讲，可是我很喜欢七六人的教练。现在的还是以前的？现在。当 Doc River 哦。因为他很好笑，他的表情都足以让我可以做成那个表情包。可是表情最好笑的不是应该是那个吗？那个鹿嘛，泰伦鹿嘛，鹿比较好笑吧？快艇教练，鹿很废啊，就才好笑。不是因为没有他们就，哎、欸，他真的很懂，他真的很懂，他如果连聊教练他都可以聊得起。他们都很喜欢特写七六人教练，然后我每次都会忘，一直看七六人教练，然后就三分了，然后我怎么没看到？OK， 所以哎，好了，你可以继续讲吗？靠腰，你要岔题几次？我想讲跟这完全无关的，你说。他这么了解 NBA， 其实我有点怕，因为我很久以前哦，但现在讲要约炮嘛，我在约莫是那个无名小站的年代，太久了，老人是不 OK， 我会透露年纪哦。就有女生是哎、欸，其实很少，因为男生不会有人私讯你啦，讲他私讯说、你好帅，想认识你，这是我 MS， 秒加，你知道吗？第一秒就加了，这一定是骗，没关系，我们先加下来之后再看即时通吧。哎、欸，我们比较老是 MSN， 后来聊一聊，然后我就看他应该那时候也是看他的无名，然后哎、欸，就女生啊，长得还行，还有娃娃还在补习班教书啊。后来哦，我就然后他是住台中，我就坐客运去草马转运站，然后怎样？这个骑手是很糟糕。你坐客运杀一个人杀到台中，杀到台中，而且我都在新义房屋上班。哎、欸，这你几岁的时候的事情？就大概25，我就刚进新义房屋的时候。他讲说他被他主管一直干，然后都不认真工作的时候，很狂哦。对，然后我一开门就哎、欸，这女的怎么有点高？等一下我没有想太多，你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对，然后后来这重点了，后来我看到一个遥感。我说：“哎、欸，你怎么遥感？”他说：“哦，因为我喜欢玩格斗天王。欸”然后啊，好特别，但是我没有想太多。后来就反正就弄一弄，但是我完全没有反应，我完全没有反应，就是完全没有反应。你说，你说他帮你弄一弄，对。然后我要碰他下面的时候，他还是啊叫一声，
你看哦，很长，深眼珠，然后，但是我说没有想太多，反正后来反正也都没反应，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我还跟我学长讲，就新野学长讲，然后学长就说阿伦，你可不可以遇到男的吧？我说学长不是，他是女的，他房间里面有很多娃娃，只是有一个格斗天王的摇杆这样。不是，那女的很丑吗？他不丑，但我后来几年后发现他是男的，没有反应会让女生很受伤哎、欸，因为他是男的，所以我很相信他。等一下，你确定他是男的吗？他是男的啦。他有，我的头脑被他骗，但我身体没有被他骗。不是，他比你的眼睛雪白，真的啊？为什么？为什么是看眼睛雪白啊？眼睛分不出来，老二分得出来。对，马眼分得出来。马眼是雪亮的。我的眼睛国宝妈妈，但是我的马眼是雪亮的。我一直跟你说，你的马眼低星一点零 B 十二，真的没有。对，对对，你是讲我想要怎么办？比我还懂 NBA。对，有危险，有危险，有危险。因为我们在强烈怀疑艾丽尔。没有人比我更懂。先把直播关起来，我们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我真的是女生。我不信啊，没有。哎，我觉得好像很真的是女生，那要做那玩那个什么，你跟我跟着做。请你跟我等一下，你把酒店那套给我收起来。等一下，酒店，等一下，等一下，酒店在玩。哎，等一下，我先跟你们两个讲一下，他这个要先好好收敛，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疫情可能在升高，到时候酒店是第一个先被封禁的。对对对，我已经快要被关了，他就已经快要被关了，就去把这边当酒店玩了、啊。对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会不会这次来会有九宫格？我本来有买的，现在我们有准备，真的假的？我们有准备。拿过来，讲错了，喝一杯。哦，可以，真的可以，我们待会。哎，真的去哪？阿顺去哪？阿顺去哪？真的可以啊，可以啊。这么帅啊！我们待会来玩一些游戏，然后输的喝一杯。你确定吗？因为我们还没聊到正题。等一下，你会不会等一下那个九宫格才是正题？等一下，你不会等一下电车难题真的是？好也可以，还可以是？我没带了。哇，阿顺都玩些奇怪，这太嗨了！我操，今天。这个哎，有人问说你为什么跑掉？不是有他上厕所，我要先去解决一下。是平常都这样吗？是平常都这样吗？没有，有你在特别嗨，我们平常没有那么嗨。真的假的？今天是最嗨，因为来宾也要懂聊。为什么我要再换两个？他好像鼻音很凶。鼻音很凶。我跟你讲，我要慎重的向大家说，鼻音完全不凶，而且他超小女人，他完全就是。老公，哇，喜欢。然后就是回到家，儿子啊，喜欢。阿如，哇，这个是最棒的，因为他在外面表现出大女人，然后回家之后就变小女人，这个是最棒的。没有，是大家给他营造，就是讲出来，就是他是凶的，可是他都会说否认，就说，哎，那你怎么，就是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呢、啊？然后人家就会说，哎，你这是最棒的，你就是凶的人，这是最棒的。可是她其实是很小女人，然后很顾家，然后就是一早起来就是开始洗衣服啊、收垃圾啊什么的，我们什么都不用碰。哦，哎、啊欸，又顾家又有事业心，这个女人，这已经基本上很少了、欸，完美，已经完美了。你的对我来讲，你的天才是什么？所有人的天才吧。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是因为她是别人的老婆。所以鼓掌，所以我的鼓掌。公司小，这打的啦。所以我的鼓掌。我们才会娶两次，因为值得。对，哇，这值得娶两次，真的说得好。像我也值得娶两，哎，我还没被娶。可以可以，我娶你两次。明天去公证。明天 OK， 我 OK 哦。玩太大了啦，玩太大。哎，说到要做到。谢谢小杜的抖内，这真的是大爆料，真的哎，真的。没有，我说真的，她真的是小女人，而且她就是很甘愿的去。帮我们小朋友，他就完全就是我们已经很大了嘛，对，像我二五二六了，我很难想象，因为从小看 他觉得我们是小朋友。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荧幕形象跟是一是完全不一样。对，像我荧幕形象就是一直爱约炮嘛，那实际上也是，实际上也是，好人私底下是个那个贝塔男，超弱的。宅男，他超宅，整天打电动。然后没有女生跟他讲话，他会紧张。他在我们节目就是我告诉你的那女人哦。代偿，为什么今天很紧张？因为你觉得我是男人，对不对？
戴起墨镜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没办法，先走，先走，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开心呢、欸，开心。所以我觉得大女人我真的很喜欢，是因为也可能也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就是她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她有自己的事业，她有自己的东西要顾。但因为她是大女人，她又有她有一定的感情经验跟社会经验，她又知道什么时候要贴心，就是你有点像是在跟一个男人交往，但他有一个女性化，他有特别女性化的一面。不太对吧？这不太对吧？我觉得有一大女人有点男性化的特质，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我觉得应该是说，不要说大女人啊，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女生，对，也可以这样讲，会比较好沟通，可以用逻辑沟通。是，对、啊，我们之前沟没有，也不是沟通，是他可以特别怎么讲？你可以跟他讨论东西，他会特别会迁就你。然后我们讨论过的条件是说，他一定要经历过第一段之后。他才会变成这样。你是说婚姻吗？对，所以我们讨论过最棒的是现在阶段的那个贾静雯是最棒的。人妻不见了，你就喜欢人妻？何宇文何宇文呢？你说贾静雯最棒吗？我说低音最棒。哦，好，先来，何宇文、贾静雯跟低音选一个，大家选谁？何宇文、贾静雯，贾静雯吧，我一定是贾静雯。我也选贾静雯，我也选贾静雯。我觉得贾静雯一次通过，贾静雯一次通过，干杯，干杯，干杯。好啦，我选迪英，因为姑姑真的很贤惠。我相信你说的，姑姑很棒。对啊，她真的很贤惠。姑姑很会做饭吗？哎、欸，等等，有人打张玉燕，太老。张玉燕是谁？张玉燕是谁、啊？我都不认识。我的初恋。我的初恋。我不认识。我国小我姑姑煮饭也超好吃哎、欸，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她会煮饭。你现在一直在推销你的姑姑，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是，我不懂的是，她都在工作，年轻的时候都在工作，为什么老的时候煮饭可以那么好吃？不是、啊、他可能找厨师学啊，或者是叫外卖。下期要发姑姑来了。我觉得真的要发你姑姑来讲。我觉得很奇怪啊，因为通常你没有你没有就是煮过饭的人，通常都会有点白痴吧？你怎么知道他以前没有煮过饭？对啊。可是我觉得他只要认真学，他如果有这个天赋，他其实认真学很快。抱歉，因为我怕我记错，我记得丁姐是之前有歌仔戏的。对对，那个时候不是。不是都要自己煮菜？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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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我记得他那个戏班不是都要这样吗？哪有啊？戏班怎么自己煮菜？露营啊！露营啊！什么年代戏班自己煮菜？露营啊！自己搭台子，演台戏，演台戏，演台戏。把南哥搬到前面可怜吧？迪英之前是唱国语的吗？对啊，是嘛？对吧？对啊，对啊。哦，那有可能，的确是有可能。我本来要继续传承呢，我把它继续传承。啊，我们不在，哎，很可惜哎。可是我阿妈就去。拜拜啊！他说不适合，他就说什么我不适合。他说适合 JVID。我阿妈就说什么？起码听别人讲，起码干嘛？他公还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啦。那你等一下，我只听哦，有一个平台哦，叫做 JVID 哦，这个丢啦。起码跟你讲平台，你可能够听不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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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你们平常亵渎一些公众人物，你们连神明都不放过，太过分！哎哎哎，还好吧，我们耶稣都讲过好几次。对啊，还有默娘，还好大家很熟，默娘大家都很熟。默娘，默娘是一样。啊哇，这我看一下网友回复，网友说啊，任杰今天感冒没有办法来哦，他说是要选三小了，要选三小了。好，有人说贾静雯、何宇文都不差哈。没有，任杰说选三小，说你要选一个大的，另外三个是小的，三个小老婆，贾静雯，有人说歌为如赞哦，歌，贾静雯，有一个人说我选张小燕，哇塞，小燕姐啊，对，小燕姐，贾静雯打了一个冷战，哎，今天这个主题真的很适合时尚那个。那个 old lady，old lady， 很多，我们都在讨论一些 old lady。哎，靠！你们现在是怎样把我当 old lady？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今天都一直聊到。哎，其实我们这个礼拜准备这一期，我们本来聊了五天，大概说我们要准备什么企划，都没有聊到。我们企划是要女性观点，我们完全没有女性观点。现在开始，现在一个都没有，因为连艾丽儿都没讲女性观点。现在开始，从你来。我讲的敏感肌啊，你没有聊，敏感肌不是女性观点啦，是真的不是。没有，是艾丽尔太好聊了，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不能从我开始。对对，因为她是女生，她是女生，总要开始很奇怪。对，然后你先。好了，我觉得这边这个老女人，我们的不是老女人。哎，怎么办啊？怎么办？太过分了，好
我打超大力，好大力啊！我对不起，我更正啊，有事业熏的女人，我们事业熏，有事业熏，有事业熏的女人，我们聊完了，被事业熏陶的女人，对对对，我们聊的差不多了哦，我们聊下一个事业熏陶的，聊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因为时间也我们聊得太开心，时间也过我们很久了，我们来聊一些。观众的提问好了，我们今天由于我们这个之前有在 IG 上跟网友提问说有什么两性问题来请教我们的郝伦跟艾丽儿嘛，所以意思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大概十点半之后就是不能直播的部分了。别攻他，攻他小嘛，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东京情色派。第一个网友的问题，去摩铁打炮该不该 AA？ 这个一定要男。女性观点，女性观点，女性观点就很难想，对吧？如果硬要讲女性观点的话，我觉得要看男生长得怎么样。没有，不是哦。我觉得这有点，我觉得这算女性观点，我认同。我自己觉得要看双方的财力，还没回答吧？要看双方的财力啊。没有，因为通常开车的都是男生，是，所以男生都会先付钱。但那你是身为女生，你觉得男生先付钱，你该事后补给他吗？如果是摩铁的话，去摩铁的话，我完全不会给、啊、因为是他想要，不是我想要啊。那如果你自己主动提咧，可是你不会，我不会主动提。那如果那假设那个时候男生想要带你去摩铁，那你刚好也想要呢？就是他付啊。那如果在摩铁里面点了炸鸡呢？他妈的，你他妈搞乱东西！不是啊，我点了林芳芳牛肉面呢。房间，我觉得悬殊，可是吃的东西好像可以。吃的东西可以。他想吃的话，他可以点啊。他想吃，他可以点啊。我都很 OK 啊。所以你会觉得男生要全额付？我不是觉得要全付，就是自然而然，他们就是会像驾驶，就是收钱啊。我懂，就男生，啊、但因为进摩铁，然后你这时候突然硬要就是听到你要2100还是2500的房间，然后你还要硬要这边就是去给他，很怪，太刻意了。对，你要讲他玩试玩，然后说，哎、欸，等一下给我600。我其实是这样，其实是这样，他那时候是这样跟你要吧？这样子很棒吧？感觉超夸张，难怪他记这么久，六百，感觉真的很。房间，你知道房间3000，我只跟你收600哦。而且我还要点炸鸡哦，好像很有男子气概，好像有男子气概，而且还说，你刚刚弄完，你还唱3首歌，连歌都算进去了。3首歌要算进去是怎样？你在那个按摩浴缸待多待了20分钟。那我怎么不说他在那个椅子上待多久？椅子上还骑了2分钟，我都没骑呢。奇怪、欸，是要算多？有些摩铁会有一个很大的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要算台中的摩铁，这个精算好好笑。没有，这个摩铁精，就是一个木马。摩铁精算师，等一下，有个人说，那如果付钱的话，可以把摩铁泡面带回家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摩铁泡面让你带回家的、啊，不然我是说男生带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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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谁付钱谁带走泡面都好事吧。男生想带走都可以啊。泡面的把泡面带回家。我会非常了解，是因为我就是拍写真会常常去汽车旅馆、嗯，不是我常常约炮。我懂。嗯、对、嗯，我先讲一下。所以那你去你拍照去汽车旅馆，那一定也是摄影师付啊，这一定的、啊。对啊。这一定的、啊，就是他开好房间、啊啊。我们这个东西讲的 是，你说约炮嘛？约炮就男生付。欸、可是我去汽车旅馆，我从来不付钱嘞、欸。哈？哦，他有业配啦。因为你业配不是，因为我都上虾皮买那个折扣券，还可以直接升等总统套房。他妈的，谁他妈准你？还有泳池，他妈偷业配，偷业配虾皮的吗？有折扣券啊？有啊，有啊，有些回数券。我是没有遇到，可以加时，我是没有遇到男生。你台中人呢、欸？台中水木随便都5000多块，你买折扣券大概2000-3000多块就有。我是没有遇到男生说，哎、欸，我有折扣券哦，就是感觉他很常约炮的感觉啊。啊对啊，男生在女生面前拿折扣券出来，是不是有点逊啊？对啊，有点奇怪。就好像他就是看速度，不像我一样小皮鞋，我觉得你整个拿出去好了，就一个很长就是约炮的概念啊。对啊，对啊，不太行，拿回注券出来吧。就是如果他在问2100还是2500的时候，他就2100的。时候就不会，那、啊、就是他太笨了，就表示我每次去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更好的？
哦，这个有照顾的感觉。没有，因为他再怎么样，他顶多就是4000块以下的房子。可是我就会回你说，更好的要干嘛？没有，我说我想要住大一点啊。干嘛呀？我们主题，你知道住一整夜就是。我今天看了一整天《女人我最大》，一直在培养我的心灵。哪有看？我有看。我还追了两，我还追了两个美妆品牌的，一个叫 I'm Kelly， I'm Charlie。重点观念错了，我说上了一整天啊，发现一点用都没有。Hello Kelly， 你知道吗？我看了一整天嘞，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女性用品，不是女性观念。是我 Kelly 样吧？不是，他 Hello Kitty， 他是那个加拿大的，他就分享美妆品。不是，你要嘛也分享那个什么卫生巾算了，你们跟我分享这些干嘛？谢谢仁杰斗内啊，帮我付钱就可以对我付权啊。这是其实坦白讲，这个有差啦，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啦，就是我的亲身经验是，如果这一顿饭或这一顿酒，这一局的酒。我帮女生付的话，通常我带回家发生关系的几率比较高，就是我是大数据啊，我是大数据的一个分析是这样的，我的经验是这样。好论觉得呢？哎，差不多，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嘛，因为女生还是喜欢有个，但我喜欢略过前面的，直接带回家了。等一下，好论会说，如果露营加3层机。对，3倍爽，三倍爽，露营喝酒。哎、欸，我今天是以女性观点，我不喜欢实验，因为我就喜欢说这个方法就喜欢，我就喜欢这个方法。你说你不要实验，我不想要去试过我不付钱的状态，我觉得付钱就很棒。对啊，对啊，我就付到底了。对啊，就对，你只是当酒店嘛，所以就是爱去酒店嘛。可是那个。嗯，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谢谢 Hank Liu 的抖内，他说东区的可以装摩铁 ETC 的吧？哎、欸，坦白讲，我还真的很少去摩铁、欸，直接就进去了 B 就进去了。哎、欸，这种 B 进去的这种男人才最可怕嘛，变像何韵这样，我会傻眼，我会傻眼，总统套房傻眼，你怎么都知道？我会瞬间干掉。如果是约他，对，这个好，阿里尔讲了一个很关键、嗯，他说如果真的是装摩铁 ETC 的话。艾莉也会瞬间干掉，你会觉得他太专业是不是。如果他是，假如他是摩铁老板，我会怕他没有，你会怕他有病，我会怕他有心病。对，对啊、他就表示，因为我自己去是有打 HPV 之类的，哦、对，你打到酒驾嘛？我打到酒驾，对啊、现在还有12架，跟我落伍了。我觉得要打要打，一定要打。可是如果男生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说要进去，然后就是好像拿折扣券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哎、欸，可是等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不太正确吧？你看啊，为什么要男生付钱，然后男生要很爽快付钱，然后还要装很扭捏？不是，这个太多层次了吧？这戏要演的吧？你去过？哪里很难？你去过才会有折扣券啊？对啊，表示你常去嘛？对啊，这贵。那可是你不懂啊，也许今天这个男生为了今天这场约会，他准备了很多，真的。他先试住啊，他先试住啊，还排练呢、欸。对啊，说不定他先找一个他完全无关的女性朋友。对啊，他先找一个女性朋友跟他说，啊、在床上空干。他超认真的。一个汽车，我不能接受。好不好意思，那或者是他风尘仆仆的从那个高雄上来台北，就先住常住旧旅馆啊。对他不喜欢住商旅，他喜欢住大一点房子嘛。我觉得你们，我们还是有智障的时候。我不能接受。我们还是有。最单纯那个时候，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现在的世面都是表现出来的。我支持艾莉尔啊，我觉得你那个太常去的真的不 OK 了。对啊，就我会担心你有病。对，我懂，我懂。而且现在连可是你这样的逻辑是约炮跟男朋友都不行，不我觉得男朋友这样子不行，我可以同意。可是约炮这样也不行吗？什么意思？我知道小烈的问题。小烈说男朋友这样子一定不行嘛，就觉得他一定常乱玩嘛。啊、可如果今天不是男朋友，是跟我的话就都可以、啊。只是一夜情的对象，这样也不行吗？这个只是一夜情而已哦。就你觉得他很帅，想要突然想要来一下？对啊。也不行。那如果我会觉得反感，我不会有第二次。懂，顶多一次、嗯，但有一次啊。可是你这样子，你笑成这样，有几次也只、OK、要一次而已嘛，只要一次也 OK 的。没有，可是通常试过我一次，就不会想要再，就会想要再试第二次。不一定哦，你又高，回头率高的。你的大数据做得够明显吗？你有握准你业配吗？没有，我说真的。太糟糕了，人家不是在。
真的有吗？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不要太搭腔哎。然后就说还不够啊 ，more and more， 一次成主顾啦。对啊，艾丽尔的 slogan。对啊。懂了。好，好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你在舔舌头，我看你在舔舌头。等下，现在话题讲到老罗。我知道你在舔舌头，其他不知道。那我觉得就是，那我觉得艾丽儿分享得很好啦。那我们男生在实战的时候，还是尽量要去主导女生啦，不要太在意女生过去的经验。就说过去是过去。对啊，我们是这样的。对，过去是过去。应该我们男生应该要这样。对，就是说。你就 just do it， just do it。对。Adidas 的 slogan 是 nothing impossible is nothing。对，没错 ，nothing。嗯，其实就是当成打球啦，去这样打球啊，打球啦，交交球友啦。就说哎，你想不想去打球？要不要动？要不要看 NBA？ 哎，对，要不要去看 NBA？ 对啊，我知道一个地方看 NBA 很好看。哎，我自从就是开始 po 我看 NBA 之后，就开始有一些男生就说：“欸、那可以去你家看 NBA 吗？”欸、哦，还好我没问，差点问。哦，那不然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起手式？哦，应该是要约公开场合，就约公开场合，因为他可能对你有好感嘛。就是如果朋友、啊，如果他是朋友的话，我会觉得 OK。但因为不是朋友，如果是不是朋友，他就对你网络交友遇到或者 IG 遇到想认识你，我觉得太笨。要是我会先丢一个。就我会先丢一堆那个喜欢 LBJ 的梗图跟龟龟的坏，谁会知道？我先丢完之后，我再跟他讲说，然后我会跟他没有，我还会跟他讨论说，哎、欸，我喜欢字母哥跟 Trey Young， 然后如果他不喜欢的话，哦、你绝对不要、啊。我喜欢字母哥跟 Trey Young， 所以你绝对不要来我家，你滚。哇，那你、欸、所以只要喜欢字母哥跟 Trey Young 就可以到你家哦？不是啊，因为喜欢 Trey Young 的很少。那你知道我还在打球的时候，我最喜欢是 Keon Martin 吗？不行，你不认识吧 ？Keon Martin 对你来说年纪那太早期了吧？有点老。对、啊、哦 ，Keon Martin 太老了啦。我最喜欢我打球，我最喜欢是 John Stockton。我喜欢 Penny Hardaway。我喜欢 Penny Hardaway。太老了 ，Penny 很赞，好不好？我很强，好不好？我最喜欢是詹伯伦，我最喜欢是詹伯伦，不要吵。你怎么把我心中答案讲出来了？看过两万个女生。Ken West。我们打球的时候。等一下可以去你家玩篮球吗？我家没有篮球。哎、欸，你啊，这个可能有垒球。像这一集直播完，艾丽儿的IG要被灌爆。对，每个人我觉得会很多很多阿里不达的人来密，很多人来密你说我也喜欢字母哥跟崔样，你完蛋了。对，是假的，一定会。没有我。可字母跟崔样跟在男生群里面是很正常，就没有，我觉得男生喜欢字母跟崔样的很多啊。没有，老实讲，那个对我来讲都是屁孩。很多男生喜欢字母哥，就正常，可是很少人喜欢崔样。崔样就是比较不稳的 Curry 啊。可是对我来讲，他们都是更逊的 Iverson。都是比较不懂的，都是比较不懂的，差很多好不好？跟他讲，对，没错，三分多，可是他那个那活该，他肤色不正确。等一下，不是说已经不要再聊篮球了，不是说我们配合来宾，因为来宾喜欢嘛。哎，女性问题，女性问题，好，开始问，开始。崔杨帅吗？帅，女性问题，女性问题吧。哎，你不要看崔杨那样，他有180几耶。公分还是老二？我不管公分还是老二，我都满意。我坦白讲，光以外表来讲，崔样是不是长得有点像菲律宾人？关我屁事哦！我是喜欢他，不能这样啊！跟长相无关。我跟你讲，我在菲律宾也超红啊！去不了他家。好，对不起，我喜欢崔样。那我问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威尔史密斯是不是你的菜？就是你不管什么东西、事情都不是吧？可以。等一下，那威尔史密斯年轻的时候。没有，现在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嘛，现在也可以。他没有老很多。那威尔史密斯发生他打人家巴掌，你也喜欢吗？喜欢。他是虎骑。我也喜欢威尔史密斯。可是我觉得他，操你妈！可是我觉得他，我觉得他顺序要改一下，顺序要改一下。你会为他剃光头啊？不是这样，那个院子里面，没有，等一下，不是能看吗？重点，女性观点要点头。能看，不是，等一下，你们问错问题，可以包那个包包头了。不是，等一下，你们问错问题，你愿意陪他玩那个？你愿意帮他拍《魔鬼女大兵二》吗？
哇，他超过 Jada 了，他超过 Jada。等一下，我觉得艾丽儿你不要投过来。我觉得艾丽儿会拍《魔女大兵二》，你艾丽儿的个性，我觉得会耶。就玩笑只能这样开，没有，这个玩笑本来就没有到非常的好笑啊。那你竟然笑成这样？不是，还要是脱口秀，还要是脱口秀的，要讲的那么无聊干嘛？笑点因人而异啊，我很主观了、啊，我自己是觉得也是不好笑。你可是我觉得他如果去拍那个国军的海龙训练，会比正常国军拍海龙训练好看。对啊，艾丽儿去拍《举光原地》，我还不看爆。天使，你都想当兵了吧？我先自愿意，我就知道烂本。《举光原地》不是就是可以投稿那个吗？那不是不一样，不一样。《举光原地》的、啊。好，我们谢谢 Hank Liu 的抖内哦，靠杯。我上个案子做 Adidas 的球鞋广告，我以为崔样是球鞋的型号，不是啊。没有，他们会根据球星，然后去分配不同系列而已啦。缺样真的很厉害，他三分真的超强。所以那你也喜欢 Curry 吗？他就不是，他就是那种。哦、可是其实 Curry 他们就是比较。很棒啊。对，他们系统在很强，系统在很强。他不喜欢。普通。什么系统很棒？对。普通。啊，你没有喜欢 Curry， 主要是因为他跟 LeBron James 是敌对，普通。那如果他们突然变成一对了呢？我就是英雄主义，我也是英雄主义。靠！所以LeBron就是抱腿加入，没有，我觉得 OK。我觉得那个LeBron有点累。LeBron是蛮累的。对啊。我最讨厌是 KD。为什么？讲那边讨好女生，吃亏。为什么？不是，他就抱腿，他从不是LeBron， 就像你说他抱腿好了，他不管抱那个 KI， 抱那个 Love， 他们在那个骑士的时候。可是最后你看到他可以撑到最后都还是他。等一下，今天是 NBA 场吗？不是，可是 KD 才是真的抱腿吧？好了，他在雷霆之后他已经失败了。下一个问题，pass。我们一个问题已经太久了。好，下一个问题还有很多网友留言。等一下，我知道这九宫格要怎么玩的。怎么玩？只要你们任何人在讲 NBA， 你们他妈就给我喝。对，因为 NBA 太多，今天太多 NBA。我跟他说，艾丽尔可以讲，不是，艾丽尔不能讲。我觉得很重要，我要跟他介绍正常。九宫格是游戏，是你要先设立一个对跟错的规则。没有人在意这个，不是你要连线，你连线之后你要喝完。没有在跟你连线的啦。那就只是九个酒杯，只是形式，就九个酒杯，就这样。你这只是拿个酒杯。可是你连线之后你要整盘喝完。你不要真的当酒店在玩好不好？阿顺真的当酒店在玩。当酒店在玩不可以啦，阿顺不可以这样啦。嗯，好了，第二题。第二题、這個，第二题高，超久，干我聊不完了，我妈的聊不完了，下不了班了。那对啊，怎么办？好，继续。想知道来宾对红药丸的概念有什么看法和接受度多少？红药丸是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红药丸、你们都没有看好人的节目，他讨论这个一万遍了吧？好了，红药丸我看一万遍了。好了，好了，简单介绍一下。像之前有一个是之前坐这边的幼女，幼。你说阿云，对，我对阿云啊，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红药丸，他觉得是红药丸。那现在讲红药丸就是那个骇客任务里面的一个桥段啦，这边有一个蓝药丸，这个红药丸，他其实是现在认真要讲，他其实是现在教把妹的一个主流啦。他在某个方面，他也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成果，但是他其实是帮现代男性啊，因为现代男性，你刚才讲到，你应该是用什么词？优女还是优女啦，哈，然后说丽女都一样。对，其实是，其实当代的男性他的自尊心是不断下降的，哦，他是面临双重下降，第一个是他在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第二是他在两性他也是下降的，对，然后关注度，对，关注度会下降，所以红药丸其实是要让男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看到这世界真相怎么做，那是他的选择哦，只是有人会选择黑化什么的，对，我只是大概解释一下，但有点难懂啊。我讲一个最基本的，你支不支持哦？想哎，那个，你支不支持两性平权、两性同工同酬？嗯，我支持啊。嗯，对啊。嗯，对啊，你是什么反应？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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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他的理论，那这样我就你这样讲我就懂了。我不懂。我之前在打工，我也是就是没有两性不可能同工同。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之前在打工麦当劳打工，他们就是完全把女生当男生，哦，就是完全没有在分男女。所以你觉得男生就要被当狗一样，女生不行？
不是，我觉得耶耶、yeah, yeah, 错了吧？你是相反，背后逻辑就是这个意思。我男的，但我喜欢你。你讲的跟我是相反。哦、oh, ，我是说，他会把女生当男生用。哦、oh, ，所以很好。可是问题来了，这句话有一个逻辑上漏洞。对，因为工作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什么女生跟男生应该一样，是大家都应该要一样。没有，就是因为女生可能扛不到那个力气，可是他会还是会叫女生去用。但是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扛不到这个力气，这个工作又是劳力的，那就应该全部都是男生来做啊。因为没有，对啊，那可能女生应该做更适合女生的工作，没有之类的。就是麦当劳并不是这样决定的。对，麦当劳就是觉得你有空你就去。我可以撇开力气，那你愿意去做那个德莱树，就是去做窗口的工作吗？我一直都是啊。你是不是想去对吧？不是，你没有猜到，只是想点德莱树。我也想不是啊，那个其实那个窗口的工作是更辛苦，那个真的是对，那个是我、哦、德莱树的出餐速度要比你要帮上一台点，哦、你要帮下一台点餐班追。而且像我这种鸡巴的，前一台我会在喇叭里面跟他生气的，我要讲说很忙，我想说上一台那么久。我就跟你说我要升级机器，耳机会狂骂，而且你还要推销东西，压力很大。如果你不升级东西的话，他们就会说，哎、欸，都没有升级 哦，然后你就会压力更大。干什么不升？客户不升级，你还要有压力、哦？哎、欸，先买茶要加79，谁要升啊？谁要升啊？我为了我要买，我就是为了买一个机器餐，我上面已经等了半个小时，我去那边我已经暴怒的。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就他就跟我说，哎、欸，你先升级看我的菜，我说不要，我不要看菜单，我就是要升级机器，不要。如果今天柜台是艾丽尔，你就不会那么凶了。没有。重点是，哎、欸，我柜台常是搭讪，可是对方跟我不是他，会被骂。重点是我最后那个窗口的时候，不见得是他，因为有时候对话跟我聊天的时候，你在生气是、啊？没有，因为我就超生气的。有时候真的很，我那边跟人讲，你薯条烧我、啊，我觉得这一包包，我知道 OK 吧？好，那你还有你讲，有时候真的很忙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去结账。嗯、就是变成、哦、我去的大部分都是就分流就对了，对分流。可是大部分都是就是帮下一台点餐，然后帮上一台结账这样子、哦。然后如果下一台还要再点什么加点苹果派什么的、嗯，你就要说稍等一下哦，你要加点什么之类的。欸、你好多生活故事哦，你一定要来讲脱口秀。真的，因为我觉得郝伦跟艾丽儿都很适合讲脱口秀，我觉得都超棒的，嗯，都超棒的，一定要来好不好？好啊，有问题问我。我是说艾丽尔了。你问他没有问题，不要去他家，他会三五十就说，哎、欸，那你来我家写个段子。因为最近 NBA 季后赛快开打了嘛。南港展览馆。我家有投影机。我家也有，我家也有。看到很大的 LBJ。我跟你讲，淘汰了，进不了季后赛，明年放长线。我跟你讲。去年就没有在季后赛。去年，哎，去年湖人没有吗？可是我觉得，我觉得他有那个信心，我觉得他一定会想要在，他在至少他就、欸、等一下，等一下喝一杯，喝一杯。你刚刚有讲到篮球，全部给我喝，你也是。我喝这个。我觉得他一定会想要在，你还想要继续讲啊？我讲。他因为在想要在夺冠那一年才宣布退休，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樣子。没有，他要等到跟他儿子一起打球，他才要退休。他儿子明年就打了，可是他明年不见得会夺冠。等一下，你要不要再喝一杯？没有，好，要不要再喝一杯？我觉得他一定会等到他真的再可以夺冠一次。好，我们这一题问完了，欸、少一个杯子、啊。我们这一题问完了，下一题。欸、下一题，下一题有点针对哦，艾丽尔。他说：“对于某些女生常常说不要物化女性，但却又利用身材优势赚钱，有什么看法？”我吗？身材优势赚钱也要看那个人有没有身材啊。没错，有身材优势为什么不拿来赚？对啊，像我也想当大尺度的。就是有些女生屌男优，像我的话，我是天生大奶，就是天生就 H， 妈妈生的，所以我尺度可以很小。如果以男生来讲的话，就是以身高来讲的话，你们两个都算大尺度的。嗯，为什么？跟你讲，我才170啊！这只是长得高而已，跟大尺度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一样，就是以内内大小来讲的话，女生看也是看男生的高度。对、啊欸，这市面上有没有一个对照表？比如说低罩杯等于几公分？有。我之前有做一个企划，有，不是身高，是那个也有。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就是因为一G， 因为我也是一G的协力制作人，然后那时候帮一G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就是亚洲。然后啊，全世界，然后就是，然后我们用各个比例，
用各个比例去看，其实有，其实真的有。对，所以170是多少？170，我有点忘了、欸。170是 A cup 吧？看你脸，我小精灵大师。然后我跟你们磕，等一下，我跟你们磕。你打成这样，那个 Elvis 怎么办？然后我跟你们科普一个，就是科比一个。韩国有一个节目，然后他们有在做，就是他。就是男生把脸全部蒙起来，然后身材都是一样，就是可能都很壮。Oh. 然后他从160公分身高啦，160公分，170、180，对，然后到190，对，然后让女生挑选他们的天才。Oh. 然后他们的平均身高大概都是落在170、180那区间。190就太高了，190他们觉得太压迫。对，可是170、180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这个是对女生来讲的一个，就是选择上面来讲比较有优势的身高。哦、oh, ，就有点像我们男生如果那个 K cup 就太压迫了，我不会，我觉得到 Z A, B, C, D, Z 上面 zebra 斑马，你喜欢 zebra 对不对？ zebra 斑马，哎、欸，你会不会这样自习？没有遇过 K 的，因为你我看你的简称，你的字简介号称是 H。我是 H 啊、哦，等下 A B C happy 的 H H for happy K L 哎、欸，那你 A B C 你很难买吧？ A, B, H, 你的九令都要做两次才可以到 H， 很难买吧？那应该很难买吧？超难买，我讲 H cup 哪里买啊？超难买啊！买不到啊！哎、欸，你阿顺，你为什么受不了？他听到就受不了了。你这都去做生意有鬼？对啊，我刚才才去的。他突然站起来，我吓到。你现在去厕所有好伦的味道，而且灯打不开哦，灯打不开哦。H 浓稠的思念。H 等于 happy， H 等于 happy。H 这个要特制了吧？这哦，要去网购了，好像只能买欧美型的。我讲 H，、大家都不相信，那就会觉得是欢乐杯，因为一般人怎么可能到 H？ 他就是大部分的男生就说怎么可能？对啊，因为会不会对吧 ？Impossible is nothing 。然后我就会点不相信就算了。那应该有分吗？因为罩杯有两种尺寸，一个是欧美 size 跟亚洲 size， 亚洲台湾日本都我们都说是欢乐杯嘛，就是它比较欢乐杯它比较夸大，比较就会灌水一个两个。我会买欧美的，你是买欧美的，那你买欧美的会是什么尺寸？就是他刚讲啦 ，H 啊，欧美不会是 H 啊，不会，就是欧美是买小的。就是欧美的都几乎都是蕾丝，可是有钢圈、可是它不会完全包覆住你。对啊，欧美的可能是 D，double D。对 ，D 或 double， 因为他们奶都超大，屁股也超大。哎、欸，有没有下次我们发一个那个移民专家？欧美的移民到欧美，在移民局看什么？把衣服脱掉。下个礼拜。发唢呐，算是移民专家吗？我不知道啦。欸，这个有点过，有点危险哦。这個、有点危险哦。那唢呐人很好，那 OK 了。不是你攻击的，不是那个郭鬼鬼，那个郭鬼鬼有来吗？有啊，有啊，一直留言有啊。哦，他说 H 不 happy， H 等于 happy。哦，郭鬼鬼来了。耶、yeah ！郭鬼鬼，罩杯自上胸围减下胸围不等于乳量哦。这我知道啊，鬼鬼生气了，鬼鬼说你怎么可能 H？ 鬼鬼在较劲的意思吗？斗乳，斗乳，哇，战斗斗，我好想看啊！我没有，我等棒的题材啊！我们要争，先等一下，日本有一个动画，我们要争，我们要争，就是他拍那个泳装，我知道、哦，那个很夸张。斗乳这个名字太有画面了，我们要争，我们要争，没事没事。周杰伦如果写不写斗牛，写斗乳就斗腐乳耶。以流量的话，我让给郭鬼鬼。郭鬼鬼很猛啊，对啊，但你也不输，你也不输了。没有，我不遑多让，不遑多让，因为鬼鬼两位都是我非常尊重的。有人说斗乳师，斗乳师，两位都是我非常喜欢的网红。鬼鬼之前也来上我们节目嘛？我知道。静女啊，对，那个动画叫静女了。人杰，人杰果然是专业。哎呀，很好看的动画。人杰太污了，人杰太专业了啦。人杰，你这样不行啊。
没有要斗乳啦，一群一堆男生不懂、啊欸。可是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那你会考虑缩胸吗？就是会不会让你负担很大？其实会的，有想过吗？ Don't do that。我跟你讲，我小时候 no 你们两个闭嘴。对不起 ，no 太吵了，让我讲完。我小时候超节奏太好了。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 ，no。好，你让你讲完，但我还是一样的答案哦。我小时候超自卑，为什么会被笑啊？他说啊，送牛奶，有很多无聊。就是你跑那小男生很烂，你他妈就一定做这种事。我跟你讲，你跑步的时候，男生就会说什么，就是开始开一些玩笑，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卑、啊。三年级就偷看人家的奶，你是变态吧？就是有你这种人，不想知道，他会更自卑吧？会更自卑，就是你有你这种人，他们才自卑。可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发育呢。没有，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上网查缩奶手术，然后他们。对，我就会尽量穿很小件的。情色守门员把它收起来。对，我就穿很小件的运动内衣，把它压扁。懂懂懂，因为有些很多女生年轻的时候会这样。对，因为很自卑，因为大家都会笑。是，殊不知其实是优势啊。对，这是优势。长大之后才知道是优势啊。是，不错。是，有赚蛮多钱的。因为网友讲的很对，赚蛮多钱。人家网友讲的很好，男生欺负你是一种关注，的确，因为小男生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他的意思，他的好意嘛。果果龟说：“这个扇子上次怎么没有？你下次来就有。你下次来就有。下次来就有。果果，我们好好聊一下你频道之前被封禁又开封的事情。这是好伦给我们的扇子，这是好伦做的。这日本 Don Quixote 买的。哎呦 ，Don Quixote， 他有经过天照大神的加持。哎呦，哎呦，配色神乐千。等下打下去会变天王吗？真的。”打完会加持吗、哦？不好意思，我不忍打了。都射过了，为什么不打？哦，射完以后要一点时间，年纪有点大了。不是他的意思，说射完之后不行，第二次要打醒。打醒他，这个言论会不会误会啊？好，第三个问题，郭鬼鬼也是这样讲，他说小时候都会被笑，真的、啊。对啊，对，阿顺，你为什么坐在嘉玉旁边？受不了是不是？阿顺。他说：“你这完全喝醉，好好笑。”没有，因为只要是胸部比较肉的女生，小时候都一定会被笑。嗯，因为就跑步啊，大家都会看。那我问你，是不是有那种很坏的男生去会拉你胸罩？不会不会，哦，这没有，倒没有。好，你是不是有做这种事？我有做，所以我觉得他们班的男生不够肿，不够带肿。我是没有遇过啦，我是没有遇过。好，下一个问题。这个下一个问题我认识，这个问题的人我认识哦，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叫来福，也是一个脱口秀，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们还没18岁吗？还没有。有啦，应该满了吧？他今年好像9月、10月才满18岁。对不对？嘉玉对吗？应该是。好，这个因为是高中生啊，问的问题有点浅薄。他说，然后到底男女有没有纯友谊？这个问题很好。好问题，这个问题超级好。你觉得有？有。我觉得没有，没有。男女根本不可能有纯友谊，去吃大便。男女纯友谊假议题啦！太激动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男女根本不可能有纯友谊，都骗人的，女生的谎言呐、啊。我下一次喝酒一定会找你，我们是纯友谊。我跟你讲，问我不准，因为我太大辣辣了。你太大。因为我太大辣辣。又辣大又辣，又大又辣，大又辣。大辣辣。你没喝酒，他妈的！就是我的朋友都完全就是把我当男生啊！你的个性我可以理解了，对，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我跟你讲，我要讲一件事情，我讲个故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顾炮，然后他年纪大概37岁吧，身材跟你一样好的，跟你一样漂亮，然后他也是觉得他很大啦啦，他的个性跟你很像，但重点是他以为有纯友谊，但所有的男生。他们喝醉喝到一定程度，男生都会试着想要带他回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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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月亮顾炮有，我的没有。好吧，我先讲，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男女一直以来，因为像我做那个王之家的节目，要看人欸。你先听我讲，我之前做王之家的节目，其实就是很多都会聊这个事情。是，然后因为几乎就是每一个月都会一定来问一次。那我们自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女生的逻辑世界观里面可能真的有。然后男生是绝对不可能有，男生只有可以不可以。我认同，我认同。男生只有可以不可以。我认同你说的。对，我觉得男生只有可以。我要听好两性大师郝伦讲的，请。我觉得要看人。对，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啦哈，这马斯克在讲第一，我们回到事情的本质哦，我们可以观察到，说男女有纯友谊的通常是谁？是女生。对对 对。所以简单来讲，男女有纯友谊，这是女生打枪男生的
话术，是不是？我懂，我太认同，就是这样子，太认同。我跟你讲，相见恨晚呐，相见恨晚，真的啦。其实就这样子而已，真的啦。女生的观点，对不起，我把女生的那个都讲出来，但这就是袁弘耀文的精神。我们秉持一个透明、公开、平等的，我们来再来斗，不能都是靠资讯不对称。真的，真的，一个斗儒比赛，要知道你是什么罩被，我们来斗嘛。男女也是一样，对嘛？但仁杰到底在讲什么？仁杰说。话说纯按摩是不纯，那纯友谊到底是纯还是不纯？这个蛮好笑的。我是觉得纯有纯啦。我其实我认同，其实我认同你的观点。每个人观点不同，我认同女生的世界观真的。但我觉得，我坦白讲，我是我们男生的问题。我们男生有隐瞒，对，我们男生会跟你保，让你觉得是纯友谊，是其实是我们是想干你，但不想讲出来。对，但还有更深层的，没有，可是他们会追我哎、欸，追你。嘴你不代表不想干你，我们没讲到，刚刚有提到小男生欺负你就是因为喜欢你。可是他们已经长大了，不是？因为男生是不会长大。男生其实老男孩，这里是老男孩，这里是老男孩。男生真的是老男孩直播，这里是老男孩。男生对女生真的只有可以不可以？真的假的？就是女生其实会把男生归类在一个资料夹，就是他好像可以交往，他可以干嘛，他以及他不行，他是朋友。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干我的意思吗？不是不是是。是说，你坦白讲，不是所有男生认识我，都会想要干我。不是所有男生会干所有女生，但是因为你是条件很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成的男生都想干你，这是真，这是真的。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应该是还要加一个参数，我觉得对对，要负责，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负责，对，因为我干要负责，那我不要，不是因为。对，但是我觉得，因为艾莉有条件很好，所以有大概有八成男生愿意负责。我举个例子来讲，像男生的思考逻辑可能就是说，哦，我今天跟这个人发生的关系，我要不要有后续责任？对，然后我明天该怎么交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朋友关系等等的？综合考量下之后，发现好，不要。可是如果说今天认真讲，假设今天把责任这个东西把男生全部拉掉，哇塞，那全世界干爆干爆干爆，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负责任拉掉，男生一定干爆，因为这就是。这个是怎么那个精子战争嘛，就是丛林，所以有这个丛林法则，就是大量播种，大量男生就是生下来就是大量播种，男性雄性动物就是这样啊。对，这只是一个对话而已，我们友善的对话。我真的不懂，我不懂，没事没事，但男生，但因为我的朋友是真的就是完全把我当男生，我懂我懂，但是我也是把你当男生，我也是把你当，我们也是把你当男生，谢谢，我家有投影机。我们可以一起泡温泉，我不泡温泉。我家也有投影机，我家也有温泉。我最近买了 NBA 2K18，因为它才99块，没有泡完。你那个太弱，现在已经22了，我打18年才打18。我有，我还练我自己。我跟你讲，我是勇士队，我跟你讲，等一下，超多人跟我说99，我家有 2K， 那我想说。干你娘，跟我屁事啊！我跟你讲，所有这种约你去他家看 NBA 看 2K22 都是他的潜台词，都是我要干你啦，都是这样。这是真的，所以真的啦，我都直接略过。对，其实女生也知道啦，女生也知道，女生也要装可爱的啊，不行啦，像我就不会，我就会说我家的猫会翻跟斗。没有，我就不会，我就完全不看不回。没有，他，你什么星座啊？金牛。他很厉害，我觉得艾丽是很厉害的女孩子，所以他可能要正面对决。对，你要很直白跟我讲，很直接让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直接切入，直接切入，直接切入，直接插入，一对一 PK 啊，一对一 PK 啊，直接插入，直接哇哇哇，你这个坏牌，你这个太直太恶了，艾默森的直接插入，我是直男，还要crossover一下，你这个都没有crossover，你这个跟Kobe一样，等一下。你刚刚那一段要喝三杯了吧？哦，对，我错。而且重点是人阿顺不在。我只是刚刚跟他说，阿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冰块，然后他就突然不见了。他应该去楼下买冰块。他为了你跑去楼下买冰块。Oh my god！ 真的，阿顺就是这么爱你。可恶！我要想一点新招啊！我们输了，我们输了。他跑下去的话，我就说不用。我家有 VR。Oculus， 你这样很，而且我还换了新的头戴，它戴起来还有风扇，可以往里面吹。知道？啊！我家有扫地机器人。我家有洗碗机。我家有冷气。我家有冷气啊！我家有了不起啊！厨师机。了不起啊！我做 C 楼。哦，
哦，太高了，太高了。哎、欸，那个人超幼稚、欸，这是老男，这是老男孩直播了。完完全是老男孩。好，第下一个话题，下一题，下一题。哎、欸，等下，所以我们帮阿顺回答完了，不是阿顺那个、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来不就这样了，好不好？你自己想办法啦。没有，我今天是没有了。没有了，艾乐觉得有了，艾乐觉得有。那你都参考看看，这没有正确答案。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都是这样，每个女生女生都女生大部分都觉得有，那男生女生大部分觉得没有。而且好了，你听听看是不是这样？女生当然官方就说没有啊，他对我很好，他真的对我没有非分之想。没有没有，女生是不是都这样讲？女生很多，女生很多这样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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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很多哎、欸，我们真的都听过很多。哦，好，可能我女生朋友会比较直接讲，说我今天就是要带她回去打炮这样之类的。没有，因为那个就是可以的范畴 啊，那就是可以。但女生有遇到不行的女生，她说我们只是朋友啊，女生就会这样讲、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朋友就是朋友，没有我跟她打炮，我认同，我认同，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女生。会觉得他会很快的 就分辨这个人是朋友，可以还不行，这个人还可以打炮，嗯、女生很快的分辨，对、嗯，但男生不行，男生不行，男生只有可以不可以，男生通常80%都是可以打炮，没有九十，我讲一个，对，我讲一个事情挑战你的逻辑观点，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我问过很多女生，她们回答都是这样，这个男生以前可能很丑，后来变越帅，变越帅，变肌肉超大或干嘛的，你还会想要跟他干嘛？不会，不会，因为你把他当朋友了。可是如果说今天阿德。哦，阿德，我问你，如果说今天你跟一个女生，就是刚认识，那个女生丑小鸭，对，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哎、欸，干爆干爆，变漂亮，干爆，胸部不用讲了，干爆，你懂什么？这就是男生女生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这个网友说的也有道理。你看这个网友说的，你就叫艾丽尔去约那些他男生好友过夜单挑，看答应的会有多少，100%会答应。我觉得现在要试吗？你直接约炮，你就说，哎、欸，我想要，我跟你讲，你不管你约谁。不要说百分之百啊！我觉得八成。你现在要学谁？你要讲，你要讲 NBA 的不低靠，不低靠，不低靠。你也可以约我，那个我也算在内。那就 DIO， 我 IG DIO 3212。那个 BINTAI 34。太快，太快了。那好了，不要现在试啦，因为你有点接不完，你讯息会接不完的。不用现在试，但你相信我了，真的是這樣啦。真的啦，没有，应该是没有，我不相信。我改个讲法好了，我真的觉得不会，我覺得因为他们都觉得我很笨。那就是更好啊！我最好，不是因为应该是说我改一下讲法，对于女生来讲，也许真的世界上有所谓的纯友谊，但是只 only 限女生。可是这件事情的荒谬的地方是，因为是男女嘛，因为是男女，只要有一方觉得没有纯友谊，那就没有。对。这件事情是最荒谬的地方，但就因为重点就是一方觉得是纯友谊，另外一方面可能不一定觉得是这样啊，所以变成说两者两边有资讯落差，有资讯落差。我虽然自认我是男生嘛，看得出来吧？我觉得我蛮聪明的，可是我觉得喜欢 LBJ 真的都蛮笨的。你刚给我喝了，你他妈的刚不是提 LBJ 提成这样，你在讲什么？我很喜欢。可是真的，我知道，因为我可以认同 Carol 他们那边勇士队战术才是最棒的，或者是马刺，我很讨厌马刺，操你妈的马刺！我跟你讲，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因为看马刺队的真的很没有，我很讨厌他们，我也要喝。可是我认知他们就是他们的第四题好不好？不要再讲到边了啦！但我跟你讲，我也很笨，你们下次，我也喜欢 LBJ， 我很笨，我是真的喜欢 LBA， 我喜欢那种个人主义啊。对，梁帅说艾丽尔现在是不行了、啊，艾丽尔现在是的话，他要回不完，我相信我。就是他刚刚不是讲我可以试一个，不用，真的不用，你回不完，你一个就回不完，真的相信我。没有一个、欸，你等到直播他会晕船，他会晕，你等到直播结束再试，但你会烦恼，你发誓，我认真，他们不会怎样。有，我跟你讲，我所以，我刚刚不是说百分之百，我就觉得是八成。对啊，没有到百分之百，因为有一些两成是可能他有女朋友了，可能他是 gay， 没有，我会问单身的，或者单身没有女朋友，男，他有对象，他不喜欢大奶。没有，或者没有这种人，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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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知道他喜欢大奶，刚好是资料，对，下一题，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我靠派的，下一题，我是今天唯一单身不喜欢大奶的，你没有单身，没有老婆，有小孩，全部，下一题。下一题，吵架可以冷处理吗？不行，不行啊，不行，完全不行。我也觉得不行。我不管是男生观点还是女生观点，我都觉得不行。两性大师，两性大师，我完全不行，哦、要沟通啊。
要沟通。其实我跟你讲，啊、所谓的沟通啊，都是有效比较爱的那个人主动去妥协。哦、其实是这个样子，认同认同，其实是这个样子啊。白眼翻不到哪里去，没有啊。就如同有人认为有纯友谊，因为他是比较优势，他说有纯友谊啊，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是你在讲他吧，就是说沟通能力，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个数据出来，就是说罩杯越大，他的婚姻越久，因为最后都会妥协，对吧？干。哎、啊，算了，看他奶那么大，跟他妥协好、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认真讲，我每次 我女朋友惹我生气，她胸部，好算了，对、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啊。超恶的，超恶的，超恶的，算认同，但是他，你不会算了吗？你不会算了吗？绝对算了，你不会算了吗？绝对算了。绝对是算的。女生很占优势。对啦，女生真的超占优势。所以因为通常还是冷，就是吵架还是男生会比较主动啦，通常大部分的时候。对，哎，仁杰加入红药丸家庭了。上次跟你讲女本位，你干嘛跟仁杰？仁杰可能还在吧。对啊，可是没有啊，因为对我来讲，生气的时候都不是男生生气啊，因为我都不会去生气，都是女生，对不对？对，那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你不生气，我不知道你要，但我得承认，你现在就在情绪勒索啊！你们马上不，我得承认，有时候是男生先生气。我跟你讲，以前都会觉得女生在情绪勒索，好性感。现代社会，我爱你。现代社会都是男生在情绪勒索。我有时候会在大男人主义。的确，某种程度我同意你，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好、哦，然后公主病也是他们宠出来的。哦、然后宠出来之后又批评他们。有可能没有，我不懂。其实宠出来之后批评他们，这我可以理解。但是宠出来之后，我觉得男生应该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放着烂。你自己创处理的问受到的问题，自己要处理嘛。对对啊。因为我就遇过一个啊，就是什么我们去吃火锅，对，然后什么肉都他要刷，就是刷刷刷刷刷刷都可以，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变刷了，就刷可刷可，打给教育部改读音，为了我改读音，改掉真的够，就是什么东西都他刷，都他刷，然后我就他在吃，正要夹东西吃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正要喝汤，所以我就站起来就是要拿汤勺，对，因为他什么汤勺什么东西都放他那，我就要站起来拿汤勺的时候，他说你要干嘛？然后我就说不让你拿，我要喝汤啊。对啊，然后他就说我来，然后就好像我要把手伸进去煮一样，就很大男人，就超级大男人。他觉得这一锅还没有到就是喝汤的程度，他有点可能有点控制欲吧。对，他超控制的，然后就是。就如果你没有关心他，就说你都不关心我啊！你关心他，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一直吵我？对啊，到底想怎样？有这种男人啊，的确有啊，超多的。哎，对吗？这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这世界上，你说的对，这世界上男生女生都一样，烂货很多。不是烂货，都一样，烂货很多、欸。我觉得他再喝个三杯，可能就会开始爆料前男友，打电话给他。不会，我只是觉得。没有，因为他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所以我不会吵他。可是他就会说：“你都不关心我有没有吃饭。”好，我现在今天关心你，你吃中餐了吗？他就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吵我？”这就请了啊。那我就会觉得分手擂台，两百分手擂台。我就没有男友啊。我都有。我今天请男嘉宾。我就没有男友啊。欢迎，让我欢迎第一位。我就真的觉得超烦。然后每次他就说什么哦，你吃安眠药这样子对身体不好，陪你睡。然后真正来陪我睡也睡一次而已，其他都打发就走了。然后我就说，你今天要陪我睡吗？他就说，超恶，不是，我觉得我跟我觉得睡一次那个很，我觉得这个过分嘛。你说要陪睡，就你打完炮就走，而且很过分吧？你知道睡那一次是因为对哦太晚了，那我就睡吧。我觉得很过分，那他是会不会其实只是你遇到烂男人？他是你男朋友还是不是男朋友？他那时候觉得他是我男朋友，可是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他不是。我觉得暧昧阶段，我觉得暧昧阶段，我觉得男生不管是暧昧还是交往，我觉得这种男生都很烂。他说到没做到嘛，我是觉得不 OK 了。然后分手也是他就是。今天几点睡觉？
啊？问的什么问题？你问的什么问题？我讲你屁事！我已经没有老婆小孩，你要我强调几次？没有，没有老婆小孩。刚打电话哄他睡，哎，睡了吗？是不是没睡好？这也不 OK， 不要吃安眠药，这也不 OK，OK 吗？然后他可能约吃晚餐，然后我可能因为不饿，然后我就会拒绝他说吃晚餐这件事情，可是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想要跟他见面。他就会大吵大闹，情勒啊，就对情绪勒索王子。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伦超讨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像艾丽尔这样条件很好的女生，往往都会遇到烂男的人。为什么？可是而且他也不觉得，我觉得你眼光没有放得很高啊。没有，我就只看个性，他是看个性三观。嗯，就为什么有时候条件很好的女生往往遇到烂男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反向思考，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在意卤蛇？说这个卤蛇为什么对我这么坏？其实我们要反过来讲，我们所谓的渣男啊，他其实是一种羞辱啦。他们也不算是渣男，只是控制欲很强。你对外形跟性格哪个觉得你要求比较？就是外形跟性格两个不持久。你结婚喽？没有，我只是我假设我先纯粹学术性，我现在女性思考。你把女性观点敏感肌拿出来，敏感肌拿出来。你讲外形跟性格，你比较重会在意哪一个？性格毫不犹豫。哎、欸，这个蛮，其实我觉得算少见吧。要长久的话是性格。没错，我懂。哎、欸，你算是有思考过？没有，他这种通常是怎样？有被伤过？哦，是吗？有很爱过伤过才会这样，有很爱过，也有很被伤过。了解，有了解，对，就是这样。因为被伤过，所以才更在乎性格。嗯，就是有很爱过，然后知道这个人是超好的人，然后也有被另外一个人很伤过，然后就知道落差，所以就会。可是男生不喜欢被上，其实你最后还是会选择 Alpha 男。对啊，因为男生不喜欢被上一个男生超越过。不是啊，他说，所以我就交不到男友。那他想要当下一个更坏的男生，可是他同时又可以更照顾你的。哇，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再开一集，我们再开一集讲如何东食西宿了，如何帮艾丽尔找到新的对象，就从我们四个里面选一。我完全是了，男嘉宾非诚勿扰。等一下，哎，我们每个要拍一支影片。我是一号男嘉宾，我的兴趣是直播，还有偶尔做一下脱口秀也行，而且我会辅导来过马路。好了，我先跟你讲，你们被他套招了。因为这样会出事，会出事，会出事，就他不会出事啊！我是单身，真的好累哦！可是没有，可是你跟我完全没有竞争对手，没有竞争。你以为我在想什么？没有，到底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竞争对手，你也不会赢，你也不会赢我，我还是会表示我最强的。不是有很多脱口秀吗？脱口秀吗？对啊，很多啊，但要不是就是有对象，要不就是很鲁。很鲁是、欸，很棒。举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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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举例。有什么好举例的？举例啊！80%都很鲁，有什么好举例的？举例啊！你就先举啊！你妈的班里，你有什么？除了小可爱，快点举例。对，你讲到班里，有些成家立业的，对啊。快点啊！哈比比，我不要举例。我跟你讲，哈比比跟我一样，他妈他是开了公司的老板，我们两个都是一样。那我就觉得他不敢来，哎，他想说。他现在觉得现在很安心，然后他们异国婚姻过得很快乐。对，就是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当老板已经当老板还是很鲁这种也有，就是很蓝要玩，就是对老婆服服帖帖这种也是有。对，他不会讲他，他说他觉得他现在找到一个平静的姿态。操你妈！操你妈的，你就鲁啦！平静的姿态。好，谢谢 Hank 六的抖内德哥不愿意让艾丽尔现在是因为怕先被约走吧。有道理。我还好、欸，我还好，我不在乎。刚刚不是说让你试就是纯友谊那趴吗？就是可是，对啊，我是这个我懂，因为公开竞争就不怕竞争者啊。有没有长长久久，你比较喜欢长长还是久久？可是这是粉丝问的，不能打的粉丝。等一下，那你们加一个粗粗打的，过分了。我喜欢硬硬。我三个都有谢谢。你不是等一下，你不是有被人家认证？哦，那我没有很久。没有，你回答错。等一下，我会自己控制。酒杯过来。哦，靠腰，长长硬应该比较好吧？啊，我不喜欢太久。不是，所以我说长长硬硬啊，就比较久。长长非常好啊。其实应该是要出彩礼，彩礼，彩礼，终于，最后一点我们就下班，好吧？今天真的聊太嗨了，我们真的当酒店玩。OK， 只有你们两个，对不起，只有你们两个，我没有当。
我就是真的是他，你最过分，打他，你最过分，你没有连当都没当。而且他刚刚去帮我买冰块，我舍不得打。哇，你人真的太好了，艾莉尔。很棒。好，最后一题，一个女生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女生问的，所以身材跟长相哪个比较重要？长相。问我吗？大家都问，但先问你。长相派。长相。我是。身材长相派的，长相，我不知道，偷偷吃，很难决定。对，因为女孩子其实重视的，我理解，我知道女孩子重视的是感觉，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嗯，所以你要只选一个很难。对啊，但我们男生的话，我会选身材长相，长相就是没选长相，长相，所以像龙一样都可以。长相就是 你真的讲错话了。不，长相就是很正。你如果换个生肖，换个像鸡的话，鸡的话 OK。没有，我是说，就是身材很肥胖之类的啊。你嘞？你是身材还是长相？没有，他说他很难选。那好伦呢？没办法，很难吧？你说男女的，其实答案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哦，你说，对对对，这个有个问题。男女的答案一定会不一样。你说男生选女生，你希望你的另外一半是有长相还是有身材，还是说我自己我有长相？哦、应该这个应该是。可是那你会喜欢是另一半吗？不是，是另一半吗？这个问题是另一半啊。好问题，他没有讲，他没有讲。但如果先以另一半来讲了，另一半以他的长相，他长相的话一定是。我还是个性啊，他是个性啊，没有啦，现在没有个性这个选项，就只有身材跟长相这两个选项。我长相是六七，但我个性是十啊，满分一百。长相干净，干净，真的是长相。那梗图，女生认为的干净跟男生认为干净不一样。你今天是彭于晏这样，然后我现在都斯斯文文的，然后。那刚刚那你真的是先评论，我觉得现在四个人，就是你就直接列出对十九八七，过分，我长相流浪汉，那没关系，我先洗澡一下。可是要干净，可是我觉得我形象不干净，你要我怎么讲到干净？上次阿云国中生阿云也说干净，然后我们就开始洗澡，我就开始洗澡。我觉得反正你十到七就是十到七就是。半是排下来，一定要排。我觉得女孩子都嘛说干净，可干净他妈超抽象、超模糊的。没有，我就不要，我不要模糊的答案。看起来就是白白净净就好了。那就是彭于晏啊。那你先给彭于晏没有白。现在四个男生谁是屎？谁是屎？好，四个男生谁最干净？对，四个男生谁最干净？没有，我要看洁癖。我很洁癖。他是蛮洁癖的，我两天洗一次。等一下，我先讲，你太那不行，我七天洗一次头，太脏了啦。等一下，长头发还蛮好轮太脏了。没有，我也两天洗一次头，因为长头发真的难吹。我懂了，你两天超勤劳的，我两天已经算勤劳，对不对？那我今天有洗，我去外面洗。我今天洗的，艾莉，我真的会今天洗，今天洗，好累，去角质。他因为你才洗的，谢。对啊。哎，刚讲哪个？没有，阿德真的很干净，但他家里称那个恒河就很脏，他家很脏。我的床号称新德里，很脏，因为床都很脏，而且很多女生没有，可是很多妇女在上面被强暴。我现在都开玩笑，贺新德，老实讲，贺龙说我的床是新德里，好温馨。没有，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的房间其实对我来讲很干，因为很干，很干净，很干净。重点是他个人习惯跟我来说，我觉得我已经他优秀我很多了。哇！可是我觉得我这个我就不装了，我今天是个男生。对，我就反正我就觉得他怎么收来收，你讲，我就不喜欢洗澡啊，因为我觉得。污垢在我身上是一个保护力哦，脏死了！我讲一个啦，其实那种肉体上的干净，它都是有极限。你今天再怎么每天洗头，你哪天懒得洗，它就会脏。我是心灵的干净，它是无限的。你他妈，你心灵的干净？谁在乎你心灵干不干净啊？你心灵最脏了，还红尿完呢？我内心很干净。那我先回来，你刚刚说那个肉体跟长相，对不对？你刚刚不是说是不是身材吗？身材。那我跟你讲，我要打破你的逻辑。哎呦哎呦！我问你哦，李冰冰正不正？李冰冰正啊，白冰冰不是不是，李冰冰写洗澡。李冰冰、范冰冰、白冰冰，我选范冰冰。没有，我选范冰冰。范冰冰超正。哎，范冰冰是武则天那个吗？对。哦，对不起，那我说错了，范冰冰很正嘛，对不对？对。那你知道范冰冰其实她70公斤？
我不知道，他身材其实是有一点，他是遮住的，对，哦，他是遮肉，可是他的脸，你看他的脸，没有没有瑕疵。可是我现在跟他聊过，因为范冰冰是整体的，那李冰冰她是只有她气质，李冰冰是气质，没有啊，她没有气质，白冰冰就是她好烟酒嗓哎，白冰冰是秀场，我忍不住要泡温泉哎，我忍不住要插一个，我忍不住要插一个，大伙听说那个，假设你真的到了一个，哎，不，我已经无视你了，到了一个花，啊，不是你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对，无视他不理，不可以无视，无视他不理，那我们先讲。啊，就是说啊，我们今天就是到一个荒岛，然后只有他，但他是你是一个美人鱼，很棒吧？美是一个美人鱼，美，但美就是上半身的美人鱼，还是下半身的美人鱼？你要选哪一个？哦，你的鱼头，然后你的身体，还是我要选他的？你说我要选艾莉尔的上半身？下半身，我知道你的问题，我帮你。下半身，如果我选上半身，我下半身，上半身，上半身，下半身，上半身，下半身，下半下下下下。上半身比较好，上半身有两个可以用。大家回答，大家回答，上半身的下，艾丽尔，艾丽尔的上半身下半身，我一定是上半身，因为是艾丽尔的上半身下半身。你们可以干鱼吗？不是，我上半身有两个可以用，我可以干鱼，鱼的鲍鱼，你的腿不是你最漂亮的。鱼的鲍鱼，你们干得下去哦？我不用干鱼鲍鱼，我不用干鱼的鲍鱼，我干你的上半身直蟹酱，上半身有两个地方可以用。等一下，你这已经不是。摆明性骚扰了，大家都说上是怎样？对，没有啦。我那时候范冰冰脱口秀，平前脱口秀说上，大家都说上，大家都说上，大家都说上，对吗？哎，有一个很棒，男生都说上啊。没有，有一个很棒，他说他双鱼座的，这两边都有。还有一个人说下半身有两个，对啦，是没错啦，是没错啦。我就是下面，你啊，有上派跟下派的，还有中。中段是沙小，中段是沙小，那个副霸王猪脚，还有分的中段，他想是鱼腿裤，他想是鱼腹，又有范冰冰上半身。哎、欸，等一下，我想，哎、欸，那时候范冰冰那个八门旗开到底是哪八门？我一直找不到，没有找不到吧？找不到是哪八门？我就想不到，哪有对，哪有八门呢、啊？而且我跟一二三四五六，这可以讲，这可以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小有孔的都可以用，对，眼窝也算，对。干，凶了啦，太凶了，太凶了。哎、欸，操你妈的！我们上海没有玩那么凶，好不好？你们北京才玩超凶的。我去北京的酒店的时候，我都怕到。他跟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去过北京酒店，对不起。哦，你讲，你讲，你讲。我去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哥哥，你要玩哪个洞？那你说哪个洞？你说最不寻常的那个？对，我说今晚开心，我说今晚开心就好了。我说，可是我好无聊。没有。你说可是怎样？哇！他说我好无聊，因为他就觉得他说我只哪个洞无聊。等一下，先等一下，等一下正常的。等一下，先等一下，你看着他眼睛。你看你。你透视他灵魂，你透视他灵魂，你老实说，你们说话。纯洁的灵魂。哪个洞无聊？就是最大的那个洞无聊啊，那个洞无聊，就是那个不洒水就会干干。打死阿顺呐！好，我们今天节目到此都会段落了 ，OK。最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没了。还有网友提问都提完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艾丽儿的这个网红界性幻想对象 Top 3 啊。没有嘛，不要，哎、欸，他好看，脱口秀，就要提脱口秀的吧？没有嘛，脱口秀吗？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们两个快醉了，我来，好好好，你要给两个，第一个是脱口秀界的，因为已经末端了嘛，啊，所以没有，是每个人都有提吗？有，你该倒洋了，倒洋了，倒洋倒起来了，但是脱口秀界你要讲前三名，然后那个 YT 圈你要讲前三名。等一下，他的身份，演艺圈也要讲前三。哎，太多了，要久了吧？太扯了，可以。性幻想九宫格，这喝完一个，喝完一个，阿三喝一杯。哎，我不要了，我觉得不要为难来源，我先讲了。我们把凯莉3000块的酒都快喝完了。你们太恶劣，你们不是啦，我觉得你们不要逼啊，我可以先讲了。
戈伟如，然后那个没有人在乎你啦，谁管你啊？在乎你啊？没有人在乎你啦。那你网红圈、脱口秀圈，你要哪一个圈？演艺圈先好了，演艺圈先，演艺圈先吗？对，好，演艺圈哦。没了演艺圈，网红有网友说小聂不要激动啊，你小聂激动，你他妈小聂你又没喝，你那么激动个屁啊！我旁边两个醉鬼，他们会不会不懂为什么要演艺圈？我没关系，我不管，反正演艺圈也可以。好啦，孙鹏啊，孙鹏，你第几？啊，孙鹏三吗？好劲爆！那第三是孙鹏，有点劲爆。孙鹏是你长辈，对啊，就是长辈，所以要讲一下孙鹏。孙鹏啊，这个是有点压力耶。那这样第一名孙鹏，他没有孙安佐不算。孙安佐，你知道孙鹏不止跟我爸同一个家，他们是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朋友圈的人。我觉得那个很夸张哎。没有啊，就是要多少都要讲一下。长辈啊，好，那除了但我爸的朋友圈，排除家人可以吗？可以，排除家人可以。孙鹏不要算了，艺人好，吴康人，吴康人 OK 第三吗？啊，你可以讲女生吗？不行，不能，一定要男生，而且要从第三名讲到第一名，所以吴康人是第三名还是第一名？第一名啊，我理解。那第二名，我理解。第二名是那个叫什么？演警察那个叫什么？很多都演警察、欸，谁没演过警察？我知道，我也演过警察。不是，刘德华，都演警察。不是，就是演黄秋生，就是反正有演警察、那個。华灯初上那个，华灯初上，官职最高那个、啊。我知道，那个阿甘，我知道，男主角，对，有人。喜欢那个林心，喜欢林心如的那个，有你，对对对，可以，有你蛮帅的，然后跟我长得蛮像，第操你妈的，我没够，我难笑，有够难笑的，也不用打那么久，也不用打那么久，七天脱口秀怎么可以讲这么难听的笑话？欸、有人说屈中恒啊，屈中恒我不行哎、欸，妥中康我也不行，我第一次看到妥中康，我想怎么会有人头那么大，好过分，跟我爸最好的朋友。好啦，第三个要讲谁啊？吴康仁、杨佑宁，第三个好像凤小岳吧。啊如果是你选的吧？如果是华灯初上，凤、啊、小岳真的很正、啊，我今天真的很帅啊！我是女生，我也选凤小岳、啊。我知道了，就是演那个叫什么？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的那个男主角，吃便当那个。披星戴月的吃便当那个，那个什么杰啊？黄杰？没有，等等，他其实已经就是42岁了。谁啊？不知道。修杰楷？不是修杰楷，黄灯辉，不是谁啊？黄灯辉啊！我在念网友，就是披星戴月的想你的那个男主角，我觉得他是我喜欢的类型，简称便当哥啦。啊不，我觉得反正他到后面就一直吃便当。脱口秀圈嘛，脱口秀圈，来下一个 pass， 怕脱口秀圈不用了啦。好 ，YT 圈，前三你从三 ，YT 前三，三三我不能讲，我是 YT 圈。我也是啊，虽然我可以啊，我也是 YT 圈。你他妈的是没有流量的。我粉丝50万。Me too， 稳定下降 ，YT 圈了，稳定下降 ，Me too，Me too， 好，很简单 ，YT 圈前三。第一名老高啊、哦，不行啊、欸！他选这个犯规，安全牌，打安全牌。等一下，不是我懂，我懂你，你懂个屁！我就喜欢老高，怎样？老高我也喜欢啊，谁不喜欢老高啊？我爱啊！我喜欢小莫、欸，我还 Beauty 派 ，Beauty 派。哎，等一下，我觉得老高不能算是。台湾圈的不能、啊，人家人你要台湾的吗？当然啦、啊，台湾的吗？当然不然呢、欸。啊，一定要台湾，好吧，一定要台湾的。他跟我说 Loyal Paul， 谁知道是谁？谁、哦、啊？很强的那个。好，好啦，我想看一个，三个吗？三个，一定要三个。你先从第三名，先从第三名开始讲。第三名开始哦。你要从第一也可以啦。蛇丸。欸、你已经讲到今天讲第二次蛇丸，你超爱蛇丸，你是不是很爱蛇丸？你是蛇丸吧？你大可爱吧？先避掉脱口秀圈的啦。你平常有在看 YouTube 吗？
有你喜欢日本深度文化吗？不可能，没人，这男这宅男才看你的东西，只有宅男才看好多影片。可是你喜欢知道红药丸的知识？我不知道红药，你想要吃吃看红药丸，一定要买好伦的那个。哎、欸，你们很讨厌阿姐对不对？还好，很多人说我像阿姐。哎、欸，他们很讨厌阿姐哦。没有，就阿德，就阿德，就阿德。我阿姐第三吗？没有，第一。可是我真的老实讲，我觉得阿姐很。干你屁事，这关谁的？他自以为管你啊！我觉得他帅，好不好？不是，他自以为他帅。阿杰就是年轻五岁的好伦啊，他不是自以为他帅，他是真的长相蛮精致。一二三，一二三，那个对男生而言，那个是太出街了。那个一二三，一二三。想一下，有网友说酷炫、中子通、健保、九 man、中子通，中子通太好笑了，中子通出现两次。第三名，第三名王狗。哦，王狗，王狗帅，我不知道。他做那个灵异的啊，我不知道。然后，而且他很有趣哦，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做鬼类的，他是做鬼类，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基督徒，他不怕鬼。很有趣，然后他有找弟合作过，然后第二名，我想到了色色的东西。第二名，王狗，第二名是谁？第二名啊，很难抉择吗？等一下，刚刚有是不是第一个字是不是东？第一个字是不是东？什么东？东是谁？造谣，说大，没事，被打败了。多米多罗是谁啊？波特王史丹利。钟明天、伯恩、孔神、动漫的苏振昌、廖老廖老大，我知道了。好，你说第二名，伯特王啊，伯特王干你娘！第一名太直男了，第一名太直男了，他有过来，好棒棒。第一名伯特王干净了，第一名田浩，田浩竟然第一名是田浩，哎，竟然是田浩，我就喜欢田浩。等一下，阿姐，你刚刚放在哪里？阿姐没有在前三呢，哦，没有在前三，阿姐在第四啊，哎，所以是阿姐，然后再来。田阿杰，哎，不行，酷炫要放在哪？哎，都是干，的确都是干净的。田浩，他喜欢奶狗型，哎，奶狗型，哇，对，田浩也是奶狗型。哇，我太脏了，糟糕！你还说你独立自主？真的，不是啊，真的，你就是阿法男要吃的对象，你就是那个男生。没有，田浩他很，你不支持男女平权，你就是专门姐弟恋的那种人。根本没有纯友谊，田浩有我好笑吗？田浩很好笑，我跟你讲，等一下，酷炫，我把波特王去掉，改成酷炫。那不让从三名直接掉啊，他榜第一哎，他榜第二哎，第三名是谁啊？你刚说女生就是女人就是三变，哎，第四名阿杰，王狗，第三名王狗，王狗，对，然后第二名酷炫，然后第一名田浩。那等一下，那波特王呢？波特王不见了。波浪不进前四，然后老高是永远第一名，对，好，老高是神主牌，老高是完全没骂。等一下，重点接近的重点是什么？脱口秀圈，脱口秀圈有点难吧？他我觉得他其实可能没有，他有看，没有，我有啊，他有看，脱口秀圈，咱们我跟你讲，我未看先猜，我等下我未看先猜，你先猜，先一个前提就是你在看的时候，有人曾经看过说有 feel 过吗？等一下，就是。看到脱口秀有 feel 不容易吧？不，你要先有 feel 才会谈性幻想对象。好评前辈，你有？等下未看先猜，没 feel 吧？等下未看先猜，他一定会有伯恩，伯恩一定在前三，因为他是干净派的嘛。伯恩一定前三，伯恩的，所以你喜欢娘炮？一定啊！没有，现在就是哎，有人要救我吗？我是要救你，救你什么？没有，我是想，你想不想加入脱口秀圈？懂不懂潜规则？哎、欸，女生不能讲哦、喔，超级威胁。女生真的不能讲。没有，可以啦，不要这样乱讲。可以，好，可以啦。乔瑟夫，女生不是女生吗？等一下，什么？前三吗？第几？第三名。乔瑟夫我可以理解，乔瑟夫第三名，第二，哎呀，乔瑟夫是第二。那你先讲第三。好。乔瑟夫有才华了，我可以理解。乔瑟夫多好啊，又很有趣，又喜感，有观众缘。乔瑟夫没有，我现在同时要做节目，我觉得就是他做的节目很棒。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很好，他没有我好笑。好，我理解，我理解你的论点，但我是喜欢乔瑟夫，因为我跟乔瑟夫常常打篮球。我是很喜欢看他的节目。第三名贺龙、欸啊。等一下，他走撒泰尔系统。干，全是撒泰尔的吧？第一名就伯恩啊。第一名是伯恩，不是伯恩没有进前三，不是完全没有。我知道第一名就是姓彭的，对不对？啊？第一轮。我真的要等一下，打死你！打死！等一下，等一下，乱讲话！等一下，讲话！等一下，小朋友！等一下，等一下，不可以这样乱讲话！女生不可以讲，不可以讲女生。啊，他们说大可爱、欸。嗯，那个是，我原来是大雕六块，东区得罪不可能三人组。等一下，第一名认真讲啊！第一名，龙龙是不是乱讲？我觉得乔瑟夫跟贺龙我都可以理解，因为干净嘛，你喜欢干净。乔瑟夫算黑黑的，我觉得脱口秀没有分一二三名。就是我喜欢，那你选三个，你真的喜欢龙龙？哈，你真的喜欢龙龙？不喜欢。下那还有一个，不然我没有跟你绝交，你知道吗？你选不喜欢龙龙，我觉得很吵。乔瑟夫跟贺龙的话，那你把伯恩排到第几？对啊，伯恩第几？后面哎、欸。哦，那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等下前三，超过吗？我还会觉得就是需要什么？那你前三蔡哥或是什么的？你前三应该还有一个位置，你会放谁？瓜吉吧，啊，又来了，万灵丹，万灵丹，瓜吉，瓜吉又来，瓜吉又来收割了，瓜吉有没有在线上？瓜吉，瓜吉没有，瓜吉常常来，瓜吉每一次直播就只有在最后要尾声的时候，就这一段才会进。乔瑟夫、贺龙、瓜吉啊啊！哎、欸，那我问你，如果说东区德在你心目中一定要做个排行，你会排第几？哈？一定要做个排行，一定在那个，你继续往下排，排到他为止。我先跟你讲、喔、他的前提是说不需要说怎么相处共生一辈子一世，就一个晚上就好。你说一个晚上还是喜欢的程度？就是一个晚上，好感，好感，好感，你不要。你今天可能刚好上一个节目直播，然后不小心喝醉了，就只是一个晚痛苦、喔。有人讲现在哦，哎、欸，有人讲到俊。俊第一名，放屁！哎、欸，这女生水性杨花、啊，超级水，女人超善变的嘛。我跟你讲，俊第一名啊，那把谁挤掉？前三把贺龙挤掉的。贺龙、乔瑟夫、瓜吉挤掉哪一个？挤掉哪一个？俊要挤掉哪一个？我跟你讲，俊在最后名啊，贺龙被挤掉啊，贺龙被挤掉，我理解，我理解，贺龙被挤掉，活该。没有，我跟你讲，先，哎、欸，我刚刚说谁？乔瑟夫、贺龙、贺龙跟瓜吉。乔瑟夫、俊，然后瓜吉，瓜吉，然后贺龙、东区德。哦，我排第五，我排第五，他有到第五。懂规则，懂玩，懂规则，懂潜规则。有懂潜力，有潜力，可以，有潜力。我培育。贺龙你想进入 YT？ 贺龙讲过了。可是你知道乔瑟夫的性能力是在不？乔瑟夫的性能力是在俊之前很多吗？不，你他妈你又知道？我他在乎啊，他是原住民啊，这歧视，这歧视，歧视。原住民性能力就一定好吗？对啊，平地我们平地人也不差，你面力很差，说你妈的白了，你很差。我跟你讲，俊第一名，他们一讲俊，我马上。打起精神，马上撕！我马上打起精神。欸、我认真觉得你约他有机会。可是他有女朋友啊！因为前面四个都有女朋友，都是对象。不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他是会被提醒的？他提醒就哎想到了这个人好。哦、所以我只要一直洗脑他。东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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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们再提醒几个，我看还有谁。那你没看到，你提醒提醒你就第五名哎、欸。对啊，我再提醒你，会不会又往前？又往前，又往前。哇塞！哎、欸，他们好快、啊。原住民有加权好吗？乔瑟夫性能力，然后乔瑟夫性能力有1.35倍加成。我觉得乔瑟夫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太瞬了，太瘦。你喜欢肉？这个笑话屡试不爽。没有，他有对我来说有点太瘦，可是他的梗我觉得蛮好笑的。哦，但是我的梗又好笑，身材又壮。可是，而且你可以请他反应，老师长，你如果选我跟他的话，我可以让乔瑟夫在下面暖场，然后我们上床。好了，想怎样啊？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聊，我觉得聊太嗨了，太晚，已经聊到11:30，太晚了，真的。什么直播开这么久？今天开这么久、啊？今天真的太久了，因为我们艾瑞尔太好聊，我们聊太开心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次再请大家喜欢的，我们再请艾瑞尔来，好不好？最后讲一个，我最后讲一个，我真的太开心了。下次发他什么主题，你知道吗？那种感情上面三观不正的找他。真的，我们要感情什么叫三观不正？感情上三观不正，感情三观的就是要正。
对，他很正啊，郝伦是正的，郝伦是正的，瑞尔是不正的。你就是蓝药丸代表啊，他其实有点蓝药丸代表。你没有选我，你不正，你要看他多好笑吗？好了，所以你 YouTube 却没选他，没有选我，对不对？还有啥手 JBID YouTube 也没有，脱口秀就也没有，演艺圈也没有。郝伦今天来干嘛的？他陪你聊两个小时。哎，大家帮我跟俊告白。哎，好了，有差吗？俊有女朋友有差吗？男朋友女朋友有差吗？操，我没有看过一个妈交女朋友就这么忠诚的，我交老朋友都没有那么忠诚。不要你妈的，老婆会干。好了，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开心，下次再请这个阿里尔跟我们一起聊天，好不好？下周一晚上9点，老男孩直播见。下礼拜一的来宾是……太厉害了，唢呐啊，唢呐，拜拜。拜拜拜拜！偷我单车的，操你妈的！不是啦，你不要乱讲，不要乱讲。